石墨。真的不是吗？来，应该都差不多了吧？21个人嘛，今天就八点到九点干嘛？八点到九点干嘛？什么意思啊？那八点到九点干嘛？不知道是什么？我对，8点钟，我刚刚说错了，对，8点钟啊。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课的内容啊，就是说上面这个课题它上次是说反了，我们应该是。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是第一堂课是讲 Spring 的一个 IOC 的一个应用，IOC 的。那么其实这个应用里面有很多内容呢，可能我们把它过一遍，然后我们第二节课看我们今天这节课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们自己写一个 Spring 的。当然这个写的 Spring 就是我们自己跟着我们自己写的这个 Spring 嘛，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字去写。那么等到我们 Spring IOC 这堂课应该是3堂课，然后的话我们等到那个的话，我们再去看怎么样去看 Spring 的源码。跟我们自己写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对不对？然后你才能掌握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的一个安排是这样子：第一节我们把 Spring 给过了，过了之后的话来看一下，有没有时间我们来写一个自己版的 Spring。好，写完之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Spring 的源码，就是通过 Spring 源码的设计和我们自己的这个设计，对不对？就是你的写代码的风格跟人家大师写的风格，对不对？到区别在哪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对比一下，大概是这样子，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的话呢，今天我们会讲 Spring 的应用。然后讲完 Spring 有时间，我们来模拟一个 Spring。那么我们下节课会去讲 Spring 的 LP。那么等 Spring LP 跟我们的 IOC 讲完之后，我们就来看 Spring 整体的源码。当然了，其中会涉及到一些设计模式。那么我们也会在里面讲，比如说我们的代理啊，比如说我们的工厂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会在这个课程当中讲。也就是说，Spring IOC 跟 LP，我的一个预期的话，大概是5节课这个样子，就5个晚上大概这个样子，可能会多。这个看情况，看我们讲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对不对？看大家一个接受能程度怎么样子。最后呢。我们能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 Spring 给精通啊。好了，我们开始上课，对不对？那么首先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 Spring 的 IOC，有没有同学知道说什么是 Spring 的 IOC？有没有人知道？就 IOC 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知道？IOC 的全称叫做 Inverse of Control，对不对？叫控制反转嘛。但是如果说如果我是面试官，我问你，我 Spring 的 IOC 和我们的 DI 有什么区别？就是问一下 IOC 跟 DI 有什么区别，这个东西怎么来回答？来给我同学发表一下意见吧，咱们抓紧时间，好吧？有没有人知道，就 Spring IOC 跟 DI 有什么区别关系？这个应该面试官当中会经常会问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在我在工作3年的时候，我去面试在公司的时候，别人就问这个问题电话面试的，他就问我说，他说你讲一下 IOC 跟 DI 的一个区别，对不对？IOC 把创建对象交给 Spring 这么来说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档上面，就我做了个比较了。就是 IOC 就是控制反转，叫 Inverse of Control，缩写为 IOC。那么是面向对象中的一种设计原则，可以用来降低计算机之间的耦合度啊。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叫做依赖注入 DI，和什么呢？DL，就是依赖查找。那么跟大家说一下，关于 IOC 的话，它是我们编程当中需要达到的一种目标啊，叫做目标嘛，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东西交给我们容器去嘛。IOC 是目标，那么 DI 是什么东西啊？DI 是实现 IOC 的一种技术手段。这个能不能明白？这就好像是我们说的 ORM 跟 Hybrid 的关系一样，跟我们 Mapbox 的关系一样。ORM 叫做 Orientation 的叫什么来着？Retention Mapping 吧，叫做关系映射吧，是对象关系映射，对不对？那么实现对象关系映射其中一种技术叫做 Mapbox 或者我们的 Hybrid。这块有没有问题？关于说 IOC 跟 DI 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实现 IOC 除了 DI 还有什么呢？还有依赖查找啊，能不能明白什么叫依赖查找？如果不明白的同学啊，我们可以去看一个就是 Java 的 GNDI 的这么一个数据配置中心啊，就是我们去配置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这种方式就是一种依赖查找的，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源是配置到我们 Tomcat 下面去，对不对？给个名字给你，你自己把它给找出来啊！就是我们在 Tomcat 上面会配置这么一段嘛，这个 source 代码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我们把这段东西的话呢，交给我们 Java 代码，那么 Java 代码通过一个东西去查哪段代码呢？我们找一下，看一下这里有没有这段代码啊？Java 当中来写这个代码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吧，应该有一个来这个地方来，叫做这个 source 点 lookup 了，它自己去找这个名字的一个服务，然后找到它之后的话，它能够得到一个 data source 的，能不能明白？就这个 data source 它并不是程序把它溜出来的。而是由我们一个容器的这个 context 去负责去查找的，根据一个名字找到这个东西，然后呢赋予给它，那么这种依赖查找。那么依赖注入的是什么样子啊？依赖注入类似于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只需要提供我们的一个 DS 在这个地方，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容器会把这个电子对象注入给我们，哎，不需要我们主动去查找。其实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术语的区别啊，能不能理解？有什么问题吗？会断断续续吗？好古老的技术什么意思？好古老的技术什么意思啊？断断续续，我把这个网线插上，等一下。就是关于说我们的 IOC 跟 DI 这块东西能不能搞明白？很多人啊，就是我问过很多人，关于说 IOC 跟 DI 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说，也有人说 IOC 呢是 DI 的另外一种说法，其实这个东西我个人觉得是错误的。就是我们实现 IOC 的话，有很多种方法，一种叫做什么东西啊，依赖查找，一种叫依赖注入。那么依赖查找，我们今天不会去讲啊，我们重点讲 Spring 当中的什么依赖注入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依赖注入的话是什么东西啊？那么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依赖。关于查找和还有什么？关于依赖查找和什么依赖拖拽？其实还有一种，我这里没有写，叫什么叫依赖拖拽？你们可以自己去百度来，自己去百度啊。关于说依赖查找跟依赖拖拽啊，那么我们主要讲依赖注入。那么关于说依赖注入，对不对？这么说，那么这个依赖跟注入到底是什么名词呢？依赖有没有人能够解释得出来啊？依赖是什么东西啊？来，很简单，假设我这个地方像说了一个东西啊，就假设我们有一个类当中，对不对？我们的类 A，比方这样子。比方说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 A 当中有一个 B 点 class 的属性，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 A 依赖了 B，这个东西能不能明白？这就好比说我随便找一个类来写一个写这么一个东西，写这个代码，对不对？打开这个 com 的 APP 当中，我们找这个 DAO 吧。假设我这个 index DAO 当中，我如果里面有一个属性，比方说 PROT，对不对？比方我们来一个什么 index service，对不对？INDEX 啊。SERVICE 的 SERVICE，打个比方有这个 SERVICE 的这样子，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什么呢？这个 index DAO 它依赖了一个叫 index service 的这么一个对象。那么这块有没有问题？所谓的依赖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注入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原先了。那么我们就回到另外问题，如果说你理解的什么是依赖，那么我们注入等一下先放一下。我们来看为什么要使用 Spring IOC，对不对？那么我们关于说依赖查找和依赖拖拽，自己去百度啊。那么什么是依赖？我刚刚解释过了，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当我们一个类当中拥有了一个类的属性，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构造方法当中怎么样？就是我在六这个对象的时候，构造方法里面传了一个值嘛。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当前这个类依赖于这个属性，或者依赖于我们构造方法里面传入的那个对象。那么这种东西称之为依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依赖关系产生呢？我们就来看为什么要使用 Spring IOC。大家知道面向抽象编程吗？就打个比方，很简单的，我们把这个类，我把这个字给它写死。打个比方，我们如果不这么写，对不对？我们如果在这个方法当中，我现在要用这个 index service 的，我可以这么来写，就用这个 index service，然后呢，去留一个 index service 等于留一个 index service。我随便写啊，这个地方因为没有这个类 service 的这样子。那么这种写法有什么不好呢？可能直观上你说不出来，这种就是叫耦合啊，什么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什么很充分的说服力。我现在跟大家说这么一个问题的，假设我这个地方，我这个 test 我这么来写，我把它放到上面去了。就假设有一天，我要对这个 service 进行一个代理，那么这个代码就不好去改了，就很简单。我以前都叫 index service，可能不止这么一个道，对不对？我有很多很多道，里面都依赖一个叫 index service 的类。打个比方，有一天我这个 index service 我需要对它进行代理，那么你就不能直接丢了，对不对？你可能要又通过 JDK 把它代理出来，对不对？通过什么 PROXY 这种东西来点什么 new instance 这样的把它丢出来嘛，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个index service，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一个类的产生就不应该由我们程序员来自己把它丢出来。因为你一旦，因为我们的类之间，首先我们在编程的时候的，为了我们一个灵活，对不对？我们应该体现什么呀？面向抽象编程。这个地方我不想讲那么仔细，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大家都懂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就好比说我们这个 index 倒本来这样子啊，打个比方，我的这个Ruby 的 SPI 的这当中，我这里有个 index 倒，我如果不把它写死，我写一个接口，对不对？来 index，然后呢叫 in 这什么 DAO 啊，这样子保存一下。那么这个倒的话，不管你的代理还是你的本身那个实现都叫 index 倒吧，因为我没有把它写死，对不对？来，我给它写一个，比如说来一个倒点方法，对不对？这应该有个方法吧，随便一个 test 的方法，对不对？如果有一天你需要一个代理类的话，你只需要产生一个代理类，并且把这个代理类代理对象传给我就可以了。如果你有一天你不需要这个代理对象了，你仅仅需要一个实现具体的实现对象，比如需要这个 index 倒的对象，对不对？那么你只需要把这个对象溜出来，传到我这个里面来，那么我这个地方就能接收这个什么？这个index 到 implement 的，就是用我这个 index 到接口能够接受这个实现，这块东西有没有疑问？能不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有依赖 API 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啊。关于说有依赖 API，
然后这里面就会引发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怎么传进来？我们这个道你写这个地方，我们没有地方可以传进来的。于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set 方法，对不对？setter 的，或者我们提供一个构造方法，把这个类怎么样传进来了？这样子，我们这里面写一个 index 道。那么别人在用我这个类的时候，用我这个鲁班这个时候啊，那么他就可以把我这个什么具体的实现传进来。你传个代理给我也好，你传个具体的实现给我也好，那么这样子就做到了一个面向抽象编程。啊，这样做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Spring 一个很大的初衷，就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在我们传统开发过程当中，我们类与类之间是有依赖关系的。那么这种依赖关系，如果你很牛逼，你可以自己写一个什么呢？写一个这么一个什么依赖的，就维持这种依赖关系的这么一个框架。但是 Spring 已经有了，那么我们就用 Spring。那么其实这地方我又有在有说啊，在日常程序开发过程当中，我们推荐面向抽象编程，对不对啊？那么面向抽象编程呢，往往会产生类的一个依赖。当然，如果你自己够强大，你可以自己写一个管理的容器，对不对？既然 Spring 已经实现了，那么既然 Spring 如此优秀，对不对？我们就学习下 Spring 框架就可以了啊。当然，当我们有了一个管理对象容器之后的话，类的生产过程有些交给了容器。至于我们自己的APP 的话，则可以不需要去关心这类的对象的产生了。这个东西有没有明白？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使用 IOC？ 其实这个理由有点牵强啊。但是呢，Spring 开发之初啊，它就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这块东西有没有什么疑问？关于说我们的 IOC 就是为什么要使用 IOC？ 因为我如果面向抽象编程的话，你把一个类给60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替换或者要给它更改的时候比较麻烦。其实最能体现的就是代理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我说过很简单，比如说我们这个道当中是吧，它以前是没有事物的。如果你要有事物的话，你打个比方，我们这个道对不对？我要在这里面调用这个道的话，在我这里面调用这个道，它原先是没有事物的。当我们加上声明是事物的时候，如果你直接溜出来这个道的话，它不可能有事物。那如果这个类你不教育容器去控制，容器是没有办法帮你加上事物的。你想一下，假设我这个 index 到的产生过程交给了容器去控制，那么容器在溜的时候，它不一定要溜我这个接口，它可以直接溜一个什么呢？溜一个代理类出来，那么就传给你这个对象里面去用这个道，那么它就具备了事物。有点绕啊，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提出来，能明白吗？其实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谁依赖谁。这个还不简单吗？很简单，就是我听过网上有很多帖子啊，说什么我们的什么依赖容器，其实很简单，依赖就这样子。我刚刚说过了，比如说我们这个鲁班当中，你有一个属性叫做 index 到了 indexDO， 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个鲁班这个类依赖了我们的什么呢 ？index 的 i 做什么 ？index indexDAO， 那么 DAO， 比方说这样子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称之为这个鲁班这个类依赖了这个 index 道，为什么呢？你打个比方，我们这位什么疑似熟人同学，对不对？在他的电脑的事务类里面，明白？等一下，在他的电脑里面第一盘下面，对不对？然后的话呢，可能这里面有个什么，有个叉叉火箭夹，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子，它离了这些种子，它可能就茶不思饭不想。那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这位疑似熟人同学依赖了他这些种子，因为没有这些种子，他就不是他自己的。那我们来看这个鲁班这个类，你想一下，如果这个 index 到它没有，那么这个类是不是没有意义的？打个比方，我里面有个 public 一个方法，对不对 ？void 对不对？我们来个 query 方法，那么这个 query 方法是不是调用这个到的 query 方法？那么它里面打个比方也有个 query 方法，对不对 ？query 括号开头括号结尾。那么我问一下同学啊，如果你这个类这么写的话，它其实这个类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它没有，对不对？它只是在我们编译时也能够编译的过去。它实际上这个道是没有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鲁班依赖这个道，只有当这个道存在的时候，那么它才会变得有意义。当这个道有了传给它的时候，它才变得有意义。那么回到我刚刚打的这个比方，只有当它第一盘那里面的种子存在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疑似熟人同学他可能才会今天来听课，不然他在忙着去找回那些种子，他自己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不用 Spring 框架就不能这样依赖了吧？可以啊，你不用 Spring 框架，你可以自己写一套啊。这个地方有这么难吗？其实我觉得特别简单，你不用 Spring 框架，你自己写一套，你自己写一套来维护这种依赖关系就可以了吧？等一下我带大家写一套吧，看今天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我们自己实现一个关于说来维护自己写一个 IOC 框架，好吧？好，我们接着往下走，事物类点没有听明白，对不对？哎，这么来吧，来这样子。其实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听明白没关系，因为我后面会带大家模拟一套什么了 ，AOP 跟 IOC， 就是说模拟一套，那么你就能够明白了。来，你不明白我跟他讲清楚，好不好？回到刚刚那个方法，我把它还原一下。你打个比方是这样子的，打个比方，各位同学，我把这个给删了。你打个比方，这个道的 query 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地方不用这种依赖的方式，你把它写死，你有一个 index 道这个东西，那我问你，
这个 query 当中，它是肯定没有思路的。我们说这个 test 的方法吧，因为这个地方它没有，对不对？没有这个 query 方法。那么这个 test 的方法是肯定没有思路的，对不对？而我们的思路是声明式的，是交给了 Spring 去管理。那么 Spring 怎么把这个思路加到你这个里面来了？你是不是要把你这个对象的产生交给 Spring？我们来回想另外一个问题啊，回想这样子，我们再回过头来，就这个时候我不再去 new，而是通过 Spring 去 get 了。Spring 点 get 一个病出来，那么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工厂，对不对？这个工厂它要产生，它只要产生一个是这个 index 到类型的一个对象就可以了。至于它里面加不加事务，那是它的事情。你不是配置给它吗？它就帮你加上了。如果你不要，你把你的生命事务去掉，你看它 get 病的 get 出来的病就没有事务了。所以一个类的对象的产生较为容器，它有好处。就比方说我们要去。但我们就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编程怎样的？我们编程来讲，就不要关心这个类的产生，不要关心这个类产生出来到底干了什么事情，这是容器做的事情啊。因为容器可以帮你加事务，它可以去帮你管理生命周期等等之类的。如果是你自己做这个事情，对不对？我说了，你这个地方的话，你可能要去把这个 index 到里面的事务都给它加上，对不对？来，给它加上，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类不需要这个事务呢，就回到刚刚那个代理嘛，就大部分这个是事务，对不对？但是我在我这个类里面调用这个道的时候，我不需要事务，那怎么办？那要你去改代码，你改了这个代码，别的地方又不能用了。所以最好的一个，我们一个类的产生，不要让你自己去溜，你交给容器去，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你把这个情况告诉容器。比如说我这个类需要事务，那个类不需要事务，那么这个东西，那么我们的什么容器就会帮你返回出相应的对象。当然，如果你够牛逼，对不对？我说了，如果你不嫌烦，你可以自己写一套框架去维持这些关系。比如说我什么时候要代理，什么时候要原型，对不对？什么时候要代理，什么时候不要代理。但是既然 Spring 已经提供了，我们就用 Spring 的。这块有没有什么问题？交给容器，容器可以在创建前后赋值的过程，对，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在溜这个对象的时候，那么容器可以，对不对？它可以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它可以在这个方法前后加代码、加代理，对不对？就完成我的事务。如果你不需要，你把这些代理逻辑通过一些通过容器一些配置信息把它去了就可以了嘛。就是我们的 AOP 里面的支入过程，你把它去掉，那么它就不会支入这个代码了。所以说，回到那句话，我们一个对象的产生最好是交给我们的 Spring 去管理啊。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使用 IOC，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 Spring 实现 IOC 的思路和方法。那么在思路中，它怎么来实现 IOC 的呢？Spring 实现 IOC 的思路是提供一些配置信息，用来描述类之间的依赖关系。注意这个配置信息啊。那么我问同学，你们现在应该都有工作吧？在你们的，哎，我这个不能编辑吗？我记得是可以编辑的。哦，这个是那个，算了，因为这个是代码块啊，其实也可以吧？不允许吗？这个里面？插入代码块一不允许，那不允许变色了啊！我问一下大家呢，Spring 实现 IOC 输出提供一些配置信息，用来描述类之间的依赖关系，然后由容器去解析这些配置信息。我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在工作当中所谓的配置信息是哪些东西？你们现在就各位，你们现在在工作对不对？只是提供描述，交给容器维护啊，差不多这个意思。那么你们现在提供的这个描述啊，这位新同学不是说了吗？只提供描述，对不对？那么这个描述你们一般用什么来实现的？对，注解跟 XML 对不对？好，那么这里面我走的是配置信息啊。那么这个配置信息就是指的是注解和 XML。既然维护对象之间依赖关系，前提是对象之间必须的，他们依赖关系必须的类中第一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打个比方，我有一个类，对不对？我在我的 XML 当中来描述了他们依赖关系，但是有个前提。前提是你的对象之间本身有依赖关系，这就比如说我们的 A 当中这边依赖了一个 B， 那么你在 B 当中肯定有一个属性，在 A 当中，就 A 当中肯定有一个 B 的属性，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 A 依赖了 B。 既然我们在中已经定好了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那么为什么还要在配置文章中描述呢？大家能不能听明白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是Spring入门最难最难的问题，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来，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这个地方我先不见Spring的程序，我给大家先画个图，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其实这个是Spring学习的就入门的最难的地方，就很多人只是说去听了视频，对着Spring能够做出一个登录 Hello World， 其实往往里面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来是这样子的，来各位同学来看一下，应该都做过Spring开发，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Spring开发的整个程序啊，我把这个给删了，来，我其实这个文档呢，我后面也说了，那么其实我们做Spring开发又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应用程序中提供类。然后呢，提供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属性或者构造方法，然后呢，把我们需要把这些类嘛，就是把需要交给容器管理的对象呢，通过配置信息告诉容器，
比如说我们的 timeout，比如说 annotation，对不对？然后把各个类之间依赖关系再告诉我们的容器，那么什么意思呢？这三者我们把它画出来，你就会知道这个矛盾在哪个地方了。首先，你得有一个对象，对不对？那么这个对象当中，比方说我这个对象，我这里用一个小圆圈来表示，这个对象是我的 A 对象来，它叫做 A。那么这个 A 里面，打个比方，你依赖了 B，对不对？那么在这个 A 对象肯定有一个这么一个属性在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用什么呢？用一个小圆圈表示这是一个 B 来，这个是我们的 B 对象。好，这是第一步完成了，对不对？这是你普通我们编写那方法。好了，编写完了之后，你是不是要写一个 Spring 的配置文件？不管是我们的什么配置文件，还是我们的注解，你主要去描述它嘛。那么在这个当中，一般会是这么写吧，就是什么监控 bin，对不对？然后的话 ID 等于叉叉叉叉叉，对不对？然后有个 class 等于什么？等于 A，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还要去在这个里面 property 然后的话 lam 等于 a 对不对？然后呢 ref 是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里面 property 当中的话，它还有一个 property，lam 等于 a，ref 等于什么呢？等于叉叉叉，是不是这样子？来，这个东西对不起格式，它这个对不起没关系。然后再什么 bin 结尾 ban。好了，其实这里面完成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呢，我们定义了一个类，定义了一个这个 A 类了。然后呢，我们把 A 类跟 B 类的关系通过我们程序当中描述出来的。怎么描述出来的？这个 A 类里面是不是有个 B 类的属性？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这个 A 是不是要交给我们的这个property lam 等于 A，不能说 reference 叉叉叉了，这里还有个 B 对不对？还少了一个 B 呢，比方说监控 ban 对不对？ID 等于，比如说我们写个 B，然后的话 CLASS 等于什么？CLASS 等于什么呢？等于 B 这样子，然后的话间括号，那么这个 B 它是没有依赖的，我们直接间括号回来 ban 哎，间括号，我们直接回来，来看一下这个地方，那么这个 reference 是不是 reference 我们的 B 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完成，第一步完成了，就是我们定义了类之间的依赖关系，然后第二步，我们把我们的 A 和 B 现在都要交给 Spring 去管理，那么我们要在我们的容器当中定义一下，怎么定义呢？用我们的 XML 就是并标系去定义一下，最后第三步，我们还要在这个 XML 的定义当中去描述它们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怎么描述？通过这个去描述的。有没有同学觉得这不多余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类定义的时候已经描述好它们的依赖关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 XML 当中去描述一些依赖关系？这块同学能不能明白我在说？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就是告诉 Spring 这是什么东西吧。可以理解为类与类之间的组合模式。哦，不知道这位同学说了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多余了这一步？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明白，我们接着往下走。这个问题等下来解决，看怎么来解决，对不对？其实它已经多余了。然后我们来看，接着啊，配置信息对不对？有三种，分别是 XML、ANS 和 Java Config。来，我们这个地方，我这个图里面画的是 XML 对不对？如果是注解的话，那是不是在这个 A 上加一个 Art Component 的，这样加一个 Art Component 的？那明白吧？比如我们的 Art Service 对不对？各种各样的，对不对？如果是 Java Config 是不是 Art Bin 啊 ？BAN。那么这块我们等下会讲。好了，我们接着往下面来看，下面是这样子 ，Spring 的编程风格，这个一定要明白，因为这个涉及到你能不能学精通 Spring， 你能不能看懂 Spring 文档。那么 Spring 提供了三种编码风格，第一种叫 Schema Based Read， 第二种叫 Annotation Based Read， 第三种叫 Java Based Read。那么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 Spring 的官网了，打开它。这个问题我先打开 Spring 官网啊，这个问题先放一下，我等下来证明啊，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清楚 Spring 整个这个体系啊。就是我们Spring当中所有的这个整个这个我们的 IO 在哪个地方，我这里有没有说的，在这里啊，就是说Spring的体系结构啊， IOC 的位置啊，大家自己去啊，就自己看官网做一下这个笔记，来看一下我们Spring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对不对？我们打开了，那么这是Spring官网，Spring打开之后呢，它有 Project 的 Grades Blog， 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文档怎么来看，好不好？首先 Project 它是什么东西啊，是Spring公司所有的项目，这个能不能明白？这就好比说我们说的淘宝，你们知道我们整个阿里巴巴里面有哪些项目吗？淘宝是不是一个？淘宝是不是它一个项目？天猫是不是一个项目？天猫啊，还有蚂蚁金服，对不对？还有什么？对，聚划算，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的那个什么支付宝是不是也是？那么有这么多项目，明不明白？那么 Spring 公司也有很多项目，那么 Spring 公司有哪些项目我们先放一下，再来看这个 Grades。 Grades 你把它翻译过来是教程的意思，那么这个教程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学习一个，比如说我想学习 Spring 的 WebSocket，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学，我也不想去看文档，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教程来学，你可以直接搜了，叫什么呢？ Web S C O Web S WebSocket 怎么拼来的 ？S O
socket 吧，这样子吧，web socket，我们搜一下有没有啊？web socket 是这个里面吧？应该是这个啊。来打开它，这个地方它就提供了一个 web socket 的一个例子给你，就这个代码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下过来。我记得我上过一堂关于 web socket 的课，我当时就从这个地方把代码下过来，然后你去看。好，这个有没有问题？关于这 Gradle，就是你要学什么，但一般我们很少用这个啊，因为我学习的方法，我不推荐大家用这个去学，除非你到了真的是看不懂，你要看代码的时候才会这么去学。Blog 是它的一个什么呢？博客，那么这个不用去管。好了，我们重点关注这个 project，点开它，我们看一下 Spring 到底哪些项目呢？它有 Spring Boot、Spring Framework，那么这些项目大家有没有听过？Spring Boot 应该都听过吧？Spring Framework 可能大家没有听过，但是我告诉你，你每天在用 Spring Framework，你几乎每天都在用。还有 Spring Cloud、Dataflow，以及我们 Spring Cloud、Spring Cloud 是什么微服务？Spring Data、Spring Integration，以及我们的 Spring Security，什么各种各样的，有这么多项目，对不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所学的，我们所谓的 Spring MVC 在哪里？有没有同学知道 Spring MVC 在哪个地方？或者我跟大家说 Spring AOP 在哪里，你们知道吗？Spring IOC 在哪个地方？对，这里有个 R，没错。那么怎么来看呢？我们看这个地方来，也看下面想一下说 Provide Core Support，它提供了核心的支持 From DI，是不是我们的 IOC？他说提供了 DI 以及 Transaction Manager，那么 Transaction Manager 就是我们的事务的一个管理，以及我们的 Web APPS 以及我们的 Web 开发。那么我们的 Web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MVC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 Web？所以我们的 MVC 也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的 IOC 也在这个里面，以及更多了。那么关于更多，你要点进去看。点到这个里面，这里有个介绍，它的 filters 就是它的 Spring 的一个特性，就是 Spring Framework 这个项目的特性，它有哪些特性呢？第一个 Core Typologic 什么意思呢？那么各位暂时跟大家解释一个名词，这个 Typologic 有没有人知道？同学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我觉得你要学习一下的技术啊，因为我们程序员有一个最高级别的叫什么叫 CTO， 大家知道什么东西吗？自己去百度好吧啊。那我们接着往下来，这个叫核心技术，对不对？那么呢，它有哪些核心技术呢？有 DI、Events、Resource、N18N 以及 Validate、Data Building 以及什么呢 ？AOP。所以我们说 Spring 的 DI 和 AOP 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去面试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面试的时候，一般面试官会问你，就说你怎么聊一下 Spring？ 很多人上来就会说 Spring 就是 IOC 和 AOP。各位同学，你们以前面试有没有这么说过？良心诚实一点好不好？就是你们以前去面试的时候，面试官肯定问过你怎么理解 Spring， 对不对？你肯定会说 Spring 就是 IOC 跟 AOP 吧，应该都这么讲过吧？那么今天再也不要这么讲了。首先 Spring 是一家公司，它是一个产品，那么 Spring 产品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项目，我们的 IOC AOP 仅仅在 Spring 诸多项目里面一个 Spring Framework 里面的一个小小的内容而已。那么我们的 Framework 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的 MVC， 我们的 Spring JDBC， 我们的 Spring Bot Support， 我们的 Spring Transgression， 以及我们的 Spring Web Flex。那么这个是 Spring 5的新特性啊啊！还有我们 Spring 的 Remoting， 就是我们的 Spring Web Service， 以及我们 Spring 的Email 等等等等。你想一下，你的 AOP 跟 IOC 在哪里啊？在这个地方，只不过它是 Spring 的核心技术而已，对不对？能明白吗？这个地方应该没有这么问，没有。对，大部分面试官也是这么认为的，没错，对，没错，这个是我们这个行业比较可悲的事情，对吧？很多面试官他也是这么认为的，知道吧？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我们接下来往下走。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这个 DI， 这个文档在哪个地方？点这个地方，点进去了。Spring 5的文档还是比较好看的 ，Spring 4的文档就比较难看了啊。来点开去，那么我们的 Spring 整个 IOC 的这个文档，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 IOC Container， 它一共就是我们整个 Spring Framework 里面的核心技术包含哪几部分呢？包含了一。1、2、3、4、5、6、7、8，其中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有哪几个呢？第一个，这个很重要了，你要看这个文档。第二个，你要去看这个，这个不重要，这个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了，这个也不重要，看这个了，就是我们的一和五是重要的。一和五是我们的这个是什么？我们的 AOP 嘛。那么我们会下节课讲。那么今天讲我们的 IOC， 来打开它。关于 IOC 前面的都是吹牛逼的，就告诉你说 IOC 到底怎么一个设计原则呢？不用去看啊 ，Content Outbuilder 这个是就是容器的一个介绍。其实这个东西不重要，它说配置一些元数据，就是告诉你我们通过一些元数据，就是我刚刚走的，就是我们 Spring， 你通过一些元数据配置给我，然后呢，我就帮你去维护这种依赖关系。那么这些不重要，重要的从哪里看起呢？从这个地方来，依赖，就从 Spring 的依赖看起，从 Spring 的 DI 看起。那么 DI 当中它提供了几种啊？回到我们刚刚的问题啊，我刚刚说过 Spring 的编码风格有三种，为什么这么来说？各位同学，回到我们这个问题来，编码风格有三种，那么哪三种呢？第一种叫做 Schema 杠 Base 的。那么它为什么叫 Schema 杠 Base 的？其实在这个 IOC 文档中它没有体现出来，它没有说。那么在哪个里面贴出来的？在我们的这个 AOP 的文档当中来看一下。那么 AOP 呢？
他也支持了什么这三种编码风格，只不过他还支持他的啊，Spring Open，只不过他这个地方还教育，他只是支持两种而已。第一种叫做 Aspect 接 Support，那么 Aspect 接 Support 的话，它是什么？通过注解来的啦，像这种 Add Aspect，比如你声明一个通知啊，它是这么来声明的了，Add Before。那么这种呢，其实叫什么？基于注解来的，只不过这个注解并不是 Spring 的。它是 Aspect 接公式，那么我们明天会讲，所以它这个叫 Art Aspect 接 support。那么它还提供了第二种编制风格，就是你们最常见的。我相信现在很多很多同学，你们公司里面做的 Spring AOP 的开发都是基于这个来的，叫做什么 Schema 杠 Base Eater。那么是怎样子的？你就看到你熟悉的代码，什么 AOP Config 啊，什么 AOP Aspect 接啊，然后完了之后各种各样的，看过吧？这样的代码看过吧？我把它拿过来了，能明白吗？那么这种风格是不是基于 XML 来的？为什么它叫 schema 杠 base 的呢？这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一个 XML 就叫一个 schema，所以它叫 schema 杠 base 的。所以说这是我们第一种编程风格，就是基于什么？基于 XML 来的。那么第二种编程风格在哪里呢？在我们的 Spring iOS 中它有讲的。我们回到我们的 iOS 当中，它叫什么？叫 annotation 杠 base 的。那这种，那它是这样子说的。那么怎么来的呢？加一个什么 required 啊，然后的话还有什么 out view 的等等之类的这种啊，各种各样的注解。那么这是什么呢？第二种编程风格，基于注解来的。还有第三种叫什么呢？叫 Java Base 的 Config。那么这种技术简称为 Java Config 技术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明白，就 Spring 提供了三种编码风格，你更喜欢哪一种？是 Java Config。你更喜欢哪一种？没关系，随便你，我没有什么意见啊。只不过我个人更加喜欢我们的 Java Base 的跟我们的 Annotation 两者一起使用，我个人不喜欢一个 XML。好了，不说这个了。那么我们刚刚解释过了 Spring 三种编码风格，你看到的时候要注意，这三种编码风格可以混合使用，它们俩之间相互不影响的，没有一点点冲突，没有一点点矛盾。好了，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刚刚说过，关于说 IOC， 关于说注入这个思路，对不对？注入这个思路就是你提供好依赖关系给我，我来帮你维护好依赖关系。当我维护好了，我就把这个依赖给你。很简单。打个比方，回到我们刚刚一视熟人啊， Spring 4跟 Spring 5有什么区别？这个是 Spring 5的新特性啊，我们后面会讲啊，今天不会讲了、啊。有很多很多区别啊，有很多很多很多。其实我以前讲过一点，比如说 Spring 5当中的日志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logo？ 我以前讲过，经常讲这堂课。好了，不说这个东西了，我们以后再来说了。回到我们刚刚那个问题啊，比如说一视熟人，对不对？他比方说想看一部电影，对不对？那他怎么看呢？他可以拿一个 URL， 然后往我们的迅雷里面一输，是不是拿到这个迅雷啊？迅雷里面一输的话，他是把这个电影下过来了，但是这个叫做依赖查找，通过一个 URL 找到一部什么资源。那么还有第二种方法，你下一个播放器，然后你告诉他我要看什么类型的，他是不是就自动帮你把列表给推送给你了，服务器上面把这些东西给你了。那么 IOC 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仅仅需要在我们的代码中提供我们的依赖关系，那么由容器维护好，他自动把这些对象给我们。那么他给的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注入啊。那么注入的话呢，它有两种方式的。第一种方式，这个注入的方法，来，我们可以参考这个文档了，打开的注入的两种方法，打开它。首先，你们明白注入应该很简单吧？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概览式的方法，或者提供一个什么构的方法，对不对？然后的话，它就会你们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嘛。那么给的这个过程称之为一个注入。那么注入的话分为两种方法，哪两种方法呢？我们可以找到了，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不是这个。这个注入的详细，注入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什么？叫做 construct 的。来，我们打开这个文档。注意听有点绕，因为这个 Spring 体系比较大。来，我们来看一下，来，关于说依赖注入，对不对？它提供了两种办法，第一种叫什么呢？构造方法，第二种叫做什么来着？叫做 set 方法。那么刚刚有人问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只用过 Spring 3，对不对？你们知道 Spring 3和 Spring 4有个很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 Spring 3提供了第三种注入方式，叫做接口注入。听过同学给我刷个一，接口注入，听过同学给我刷个一啊。但是各位同学啊，这个接口注入在 Spring 4之后它就被取消了，为什么呢？因为接口注入非常不人性化。所以如果面试官有一天问你，就是说关于说 Spring 注入方式有几种，你可以大的告诉他就是两种，构的方法和 set 的方法，这是官网上说的。还有一种叫接口注入，只不过 Spring 你就跟他说，现在的 Spring 已经不支持接口注入了，已经没有了。你说我看文档上面已经没有了，但是以前的 Spring 是有接口注入的啊。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那么有这两种注入的，一个叫构的方法，一个叫 set 的方法。那么这个大家都用过，我就不再说了，对不对？有没有我们今天来听课的同学，有没有人不熟悉 Spring 这些基本知识的？比方说它的一个 set 方法的注入和我们构的方法的注入，
有没有不熟悉的？没有吧？有的同学打个一，有的同学打个一，好吧？那么我要不要讲一下？不讲了吧，我们直接讲其他的吧，应该都熟悉吧？怎么通过各种方法来注入？怎么通过一个那个？还有啊，决胜进程你不懂吗？要讲一下对吧？啊，好，那讲一下好吧。好，讲一下，那讲一下，因为我们还是有同学不懂，对不对？那我们来建项目好不好？来，建一个项目吧，点开它，又建又一个模组，快速讲一下好不好？来，Web APP 往下走啊。其实这个课第一节课不好讲，对吧？因为它太浅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知道有的同学，我们有的同学可能，对 Spring AOC 不是很熟，所以我还知道这堂课还是有必要要上。但这堂课其实内容呢，怎么讲呢？就是有一点点说，不是好那么去讲，比较抽象啊。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来，我们把它建好这个项目之后，对不对？是重要代理吗？复习一下，那复习一下吧，简单过一遍好不好？来，这样子，我们首先要加入 Spring 的依赖，对不对？那么你要加 Spring 依赖的话，非常简单的，Spring 4的文档它有讲，我跟大家说一下区别好不好？来，这样子，来加上这个东西，只要一个依赖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依赖的话，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把这个依赖给它写上，以后都能做，就是 Spring 的什么核心依赖啊，就是有了它，我们可以这个里面它完成什么东西，能完成我们的 IOC 的，就是能完成 IOC 的什么90%以上的功能啊。写一下吧，就是你有这个。你有这个依赖，基本上你可以什么，我做我们 Spring 的 IOC 的操作了啊。那么我跟大家说一下，在 Spring 4文档里面，Spring 它就一开始就告诉你这么来写，但是 Spring 5已经不这么写了，Spring 找不到这段代码了。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初学者，我根本就不知道要加这个依赖，因为官网上没有说。大家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这里实在没有办法找到 Spring 4的文档了，我明天去找一下，找到了我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啊。但是 Spring 5为什么把它取消呢？因为 Spring 5推荐你用 Spring Boot 去构建项目，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里程碑啊！就 Spring 5推荐你用 Spring Boot，Spring Boot 怎么去？那么 Spring 5推荐你怎么构建项目呢？它在我们在构建的时候，它提供了一个构建网站，大家都知道吧？你下面输你要什么功能，它就会帮你下载一个 Spring Boot 的项目下来。这帮人明白吗？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 Spring 4啊。他在文档上一开始就告诉你，哎，我们要加这个依赖，那么 Spring 5呢，把这个去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Spring 5推荐你使用 Spring Boot 了。好了，当我们把这个写完之后，来，我们来回到我们项目当中啊，来，我们用两种办法来编程，就用第一种 XML 的办法来编程，我们来用一个 directory 叫做 Java 来回车，然后里面呢，把它右键 make as source root 对不对？make as source root，然后的话右键建一个包来，用一个 class 叫什么 com，不是 class，用一个 package 啊，来右键用一个咱们的一个 package com 点鲁班点 DAO 来这样子 finish 完成，然后的话呢右键再来用一个在这个里面呢再来用一个什么 directory 叫 resources 的 OK 好了，然后把它 make as source root。那么我们用第一种方法，对不对？说是 root，我们用我们第一种方法来，我们这里建个类来，右键又有一个 class 叫做什么 index DAO 来 finish 完成。当然了，这个 DAO 的话，我给它改成一个什么东西，改成一个接口吧，int face。那么在这个接口当中，我写一个方法吧，public，void 叫做什么 test 的方法好吧，test 方法，括号开头括号结尾，分号结尾。然后呢，再建一个类来实现这个index 到，就是 index DAO implement impl。好了，OK。然后的话呢，让这个类去实现一下它 implement index DAO，然后的话 alt 加 end implement methods test OK，然后打印一句话 SOUT，我打印这个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IMPL 一，好吧，不要加一了，加打印一下 IMPL。好，那么我们这个类，这里面再来建一个吧，建一个 Java class 叫做什么呢？index index service 叫做 service 好吧，index service。那么这个 index service 当中的话，我们提供一个什么 DAO 的一个接口，private 叫做，哎，是 index private 叫做 index 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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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号结尾，然后的话 public void void 这个叫做 SVSE 方法吧，括号开头括号结尾括号开头括号结尾，然后 DAO 点 test 的方法来这样子。好了，我们现在类写完了，那么我们称之为这个 service 依赖的这个道，这个没有问题吧？然后我们刚刚回到我们这个三步来，回到我们这个文档当中说了要有三步，对不对？它第一步我们提供一个应用程序当中对不对提供依赖关系，第二步我们把我们需要的类呢交给我们容器去管理，怎么交给我们容器去管理呢？是不认识这么多的，你提供个配置文件叫做什么呢？咱们又有一个 XML file 在哪里？能不能又有一个 XML file 这个地方？又一个叫做找不到吗？这个 XML file，
诶，在哪里？六我在这里啊，Spring 啊，叫做什么呢？叫做随便你叫什么名字啊。一般你们会叫 app config 什么 application，其实无所谓。那么怎么来定义它呢？加一个 bin 标签的一个 ID，比方说我这个地方等于什么 DAO，然后的话 class 等于什么呢？咱们的 com 点鲁班点 DAO 点什么 index 到 implement，对不对？这样子好了，保存一下，然后再把我们的 service 交给我们的什么呢？bin ID 等于我们的 SOSE 的，交给我们把我们的 service 交给我们的容器管理点鲁班点报点。我们的 index service 的，好了，这样子就完成了第二步。第三步，我们需要在我们的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再来描述一遍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怎么来描述呢？我们这个地方它用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这个index service 当中，我们对于我们这个 DAO 的话，我们是提供了一个 set 的方法来完成注入的。那么怎么来呢？generator 里面的话，set 的方法我们是提供一个，好吧？OK，来保存一下。我们提供那个 set 的方法，对不对？那么你提供 set 的方法的话，你就要把这个 set 的方法名字告诉他。我们这个地方叫 DAO 了，这样子。完了之后的话，它有个 IF 等于什么呢？我们这个sorry，应该是这个里面这样子依赖的，对不对？我们在这个 ID 当 server 当中依赖的到嘛，对不对？IF 这个 DAO 吧，IF 这个，然后监控保存一下。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依赖好了。依赖好之后，我们可以写个类来测试一下它。六一个 Java class 的 test test 的。那么在这个 test 当中，我们提供了 main 方法 PSVM，对不对？PSVM。那么 Spring 当中，如果说啊，各位同学，如果说你是通过这个一个在 class pass 下面的一个 XML 来维持我们 Spring 的环境的初始化的，那么这个类就叫做什么？叫 CLASS class path XML application context class pass application context 等于又一个 CLA class pass application context，然后里面传一个类，传一个什么 CLASS path class pass 冒号我们的哪个呢？Spring。SPRNG 点 XML 来保存一下，就是它是来看这个类，这个类词嘛，非常非常直观，对不对？叫做 class pass 下面的 XML，然后通过 class pass 下面的一个 XML 文件来怎么样呢？初始化我们 Spring 的什么应用的一个什么呢？环境 context 嘛，就通过这个来 class pass 下面的一个 Spring 的 XML。好了，有了这个类，在这个类当中，它就有个方法，就是点 get 我们的 bin 方法了。bin 我这里取个这个叫什么呢？DAO 对不对？它刚刚不是个 ID 叫 DAO 吗？那么我们用 DAO 接收一下它。这个地方我拿 service 好一点嘛，server，vsae 对不对？然后我这个地方就叫做 index service，dex service，server service，就等于它。然后的话长短一下把它保存一下，然后这个 service 点调用这个 service 方法，我们看一下它会不会报什么控制的异常直接跑，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它能够打印出我们刚刚那个道里面调用的那行方法叫什么？叫做 mpl 的那行代码可以打印出来了，来打印出来了，证明我们的关系维护上了。那么这种方法称之为我们一个什么来着 get and set 方法的维护。但是回过头来把它给删了，我们把这个图给大家画清楚一下好吧，就是我们说了 IOC 的。就这个类现在要给它，怎么给呢？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 IOC 的。那么 IOC 怎么 IOC 的注入的话有两种办法，一种叫什么呢？一种叫做根据 set 的方法注入，还有一种跟着什么code 方法注入。其实呢是这样子，是不是变成方法两种注入风格。我们刚刚上面解释什么是注入，两种注入风格，第一种是什么呢？set 的方法的，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官网上我这个例子我帮你截了图来了。还有一种通过 code 方法来，那么 code 方法怎么来呢？我们打开它，回到我们这个index service 当中。它如果依赖这个道，对不对？我们可以提供一个 go 的方法 public 叫做什么呢 index service index 然后括号的括号结尾里面写上一个 index 道 index dao 然后 dao 然后 this 点 dao 等于 dao 这点 dao 等于 dao 好了保存一遍，然后我把这个 set 的方法给它给去掉了，好，去掉之后对不对？你像现在就会报控制的异常了，来右键跑一遍，因为我们如果说 set 的方法的话，你要给另外一种方法去注入进来，你不能按我们这种方法去注入。我们这个地方提供了一个 property 的，提供一个 property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 property 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叫做我们的属性，就证明我们这个 server 当中有一个属性叫做 DAO， 然后我们这个 DAO 要引用我们这个 DAO， 但是现在没有，对不对？虽然说它有这么一个属性，但是它并没有提供这个 set 的方法，因为它注入不进来，它就要使用什么？使用我们的那个什么 go 的方法去注入。那么使用 go 的方法语法是这样子的，尖括号叫做什么呢？construct args 里面然后的 ref 等于什么呢 ？dao dao 啊，这个地方叫 id 无所谓，就 dao 吧。dao 来保存一遍，来我们来跑一遍。现在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有这个异常了，它又会什么重新打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注入的两种办法，一种是这个方法，一种是 go 的方法。这块不是很简单吗？有没有什么
一问，B 找了个 A，二的 outer view 是用什么方法注入的？没有讲到，等下我会讲，好不好？倒数第六个，应该没有问题吧？好，我们接着往下走啊。那么这个就是不论两种注入方式，那么我们按照这个我们这个笔记来，那么这两种方法我都写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我们里面，比方说啊，对于说属性的注入，我就不再去讲了。我不知道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说对 spring 比较弱的，如果有的，你多去练习一下就不会有了。打个比方，我这个 index 道当中我提供了一个字符串 private，比方说来一个 string，我叫做什么东西，叫做比方说叫做什么 str 这么一个属性的引号引号，比方说我先就让它定义在这个地方吧，然后我给这个 set 的方法提供一个什么构造方，提供 get 的 set 方法，对不对？在哪里提供 get 的 set 方法 generator，然后的话我提供一个 get 的 set 方法吧，来跑一遍。那么你这个 str 也要注入进来，那怎么注入呢？回到我们这个里面是啥？是 dot 吧？是个 dot 里面有一个，对不对？那么你这个 dot 当中你怎么来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什么呢 property 了，用它来注入。然后呢 lambda 等于 str，然后它的值呢？等于什么呢？value 之间，它就不是 ref 了，因为它要的并不是我们容器当中一个类型。打个比方，你的属性里面啊，是里面你的属，就是你这个类当中这个属性这个 str，它如果引用的是我们容器当中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用 ref。它如果不是容器当中的，比方说是一个具体的常量，比方说我们的字符串、我们的 integer、我们的 map 啊、我们的 list 啊，那么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建一个就 value 的。然后的话，进货回去，里面传个纸给它，传个 str 来保存一遍。那么你这样做完的一个东西的话，我们在拿这个 index 到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属性拿出来。比方说，我们在我们的 index service 当中，现在不是有这个到吗？你把这个 do 来，就是这个 service 方法的时候，调用这个 test 的点到点 test， 对不对？我们把它展开，我们可以同时调用这个 sout 的 s 打印一下这个东西啊 ，do 点 get， 哎，它没有那个 str 吗？哦，它这个地方没有，我们没关系，我们直接在我们这个 test 的方法当中把它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来，在这个 test 当中 ，sout 打印这个 str， 我们看它是不是我们注入的这个属性啊？我刚刚注入这个属性叫什么？叫做 str 吧，也叫，来跑一遍。那么它也可以把这个属性给注入进来了 ，str 注入进来了。那么这个是注入属性的，注入这种常量的。那么注入常量，我也把这个文档列出来，自己大家自己去看一遍，或者我再在里面稍微过一遍了。这是不论注入详细配置啊，就字符串、数组等的一个什么参考这个文档。我们把这个文档打开给大家看一眼了，就这个是详细注入 map 的，其实这里面都有，你们可以看一下来。比方说我们注入一个字符串就这么注入了 value。打个比方，你要注入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个 bin， 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ref 了，刚刚已经讲过了。关于说内部的 bin 注入，就它还可以内部 bin 注入了，这个 bid 然后是个 target， 对不对？你还可以这么写，其实这种写法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把我们把注入代码拿到下面来了，这个地方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这个 bin 一般的话会定义在一个地方，定义到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你不定义，你可以直接定义在内部，也可以这么定义，知道吧？这块可能有点绕，你仔细听就能够听懂，你仔细想就能想懂。就是我们只不过无非是这样子的，无非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bin 的定义放到了这个什么这个里面来了，知道吧？这个 ref 里面来了，放到这个 property， 比如它有个 ref， 对不对？我们看这个语法嘛，它是这样子的，它说什么呢 ？property name， 然后 property 当中呢，在这个里面再来了一个 bin， 它是这样子的啊，其实是一样的。那么呢，这是它的两种写法，都是如果说你有一天你做项目看到你们项目都有这么写法的话，不要奇怪。那么关于说什么，我们的一个集合的注入，比方说这个注入一个什么，这个是注入一个 list 吧，应该是一个啊，然后这个是注入一个 list， 这个是注入一个什么 propose， 就是我们那个 properties 那个文件 ，properties 就是能不能明白 properties 这个文件吗？我们一般用 JDBC 配置不是有个 properties 吗？那么这个是 map 的注入方式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set 的注入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一般用的比较少，为什么用的比较少呢？你们谁有病把一个 list 定义在一个 XML 文件当中，能不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字符串还情有可原，比方说这是一个连接数据库的类，我往里面写一些字符串是不是情有可原？我的数据库的连接密码、字符串、我的一个 URL 写在里面没关系吧？但是打个比方，你这个类当中你有一个 list， 除非你真的是有病，对不对？你才会在这个 XML 中配这个 list 注入给他。一般的话，我们这个 list 的话，不可能把它写成 XML 中把它写死了吧？这块能不能明白？就是我们的 map 和 list 以及 set 的注入是极为少见的，真的，除非你这个项目真的变态到了，你要把一个 list， 况且这个 list 一般的话不会写到这个 XML 当中来，对不对？能明白吗？这个，所以这块不重要，你能够懂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时候会要，我们在做 Spring MVC 的时候就要用到，知道吧？ list 的注入，刚才这个语法里面看懂就可以了，包括我们空值的注入，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 XML short with plambs。那么这个 plambs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东西如果说有一天你看到了，就希望你能够看懂是什么意思呢？
B lamb 我们一般是这么写，对不对？属性 lamb 等于 male，其实它有一种简要的写法，直接 P 冒号 E lamb，但是要加上这个 P 的命名空间。这个命名空间呢，它并不在我们一般在命名空间是不是下面还要加一段？但是这个 P 不要，为什么呢？其实它是有解释，我们看到的，就它是 SPRING 内部提供的，它并不提供在一个什么呢，在一个 SXD 当中。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做，看这个描，看这个一个翻译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 SPRING 支持具有命名空间扩展配置格式，名称空间基于 SML 定义啊。本章讨论的 bin 格式配置，本章讨论的 bin 配置格式 XML 模式，文档中定义啊。但是 PLM 呢，不在 XML 中定义，它存在 SPRING 核心当中。这个东西你如果不明白，我给你稍微解释一下来，关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如果需要一个命名空间，一般需要两步，首先在这里加一步，然后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这么一个地址啊？就是我们要去找到这里面能够定义的，对不对？它定义到一个 XSD 当中去。就是我们这个 P，打个比方，你写一个 P 冒号，它能冒号出什么东西出来，对不对？那这个就由我们这个 XSD 去决定的。那么这个 XSD 呢，就是你要去配置。但是我们刚刚 Spring 文档里面解释过，我们这个 P 这个里面的提示啊，包括上面写的东西，并没有定义到一个 XSD 当中，它是把它定义到 Spring 的内核当中去了，所以我们不需要加这个 XSD。那么这个 PLM 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注入一个属性，对不对？我把它保存一遍了。我们再把它跑一遍，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会打印这个 str 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往这边注入一个，它是空的，对不对？那么我刚刚讲过，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注入，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叫什么呢？叫做 p 的，来个什么呢？就是 p 冒号 str 来这样子，然后的话你写个字，比如来个叉叉叉叉叉，保存一下，然后跑一遍。那么这种方法也经常会遇到啊，当然了，你遇到情况比较少，是不是它就进来了？包括你可以注入一个属性，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它不是 construct 的一个道吗？对不对？它是 construct 的注入这个道吗？如果把它删了，它肯定会报空值异常的，这地方已经报错了，我们把它跑一遍。那么如果说你想简单写法，那么 spring 提供了 dag 值里叫什么？叫做 clam。那么 plam 和 clam 什么意思啊？其实很简单 ，p 代表的是 property，c 呢代表的是 construct， 就是如果你的值是通过 construct 注入进来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clam。那么 c 是不是一样的 ？Ctrl+C，Ctrl+V 复制一下，来把这个地方改成我们的 c。这个在文档上有啊。其实我们学习 spring 最好的一个知识，不是听我讲，而是听 spring 文档讲。只不过我作为一个大家读一遍这个 Spring 的这个文档，好吧，这个有了。那么我们把它改一下，改成这个 C 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C 怎么来写啊？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C， 然后的话零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源码，你又不知道这个 Construct 里面有几个下标，对不对？你可以通过这种下标来，比如第零个引用谁，第一个引用谁，第几个引用谁。我们这个地方就用这个 .ref 就可以了。引用谁呢？引用这个 do， 保存一遍，我们来跑一遍，它也可以。那么这两个 C 跟 P， 听的同学给我刷个一。那么这种方法可能跟你以前看到不一样，但是你都要学习，因为你有可能进到公司里面，你看到你们公司到底就这么写的，你看不懂，到时候就丢人现眼了，知道吧？我们学习思不论应该要做到一个精通的一个东西啊，就是这些东西你都要能看懂。那么还有一个，其实这个东西它列到了思不论的文档当中，它就有它的必要性，我们还是要去学一下，好吧？那么这个里面它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其实都是简单的，我帮你们把它翻译了一下，其实你们就不要看这个文档了，你们直接按照我这个格式来了。那么这里面我有没有说这个 P 跟 C？ 我这个文笔记好像没有写啊。那么我等一下课后下完课之后，我把它更新上去，好不好？关于这个 P 跟 C 的这个例子啊，我把它更新上去。好了，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关于说那这个是我们的 XML 编程风格。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关于说我们如果说想用注解的方法来编程的话，那么这些 bin 啊这些属性我们把它给删了。打个比方，你想用注解来的话。那么你这里写一个，同学，你看你会发现不起作用了。你打个比方是这样子的，你打个比方是这样子，我们这个地方 if do， 我把这个 do 删了。如果我把这个 do， 它这里会报错吧？因为找了这个 do， 既然是不论支持注解，我相信各位同学你们都知道，我们是不论当中可以这么来写一个 art component， 然后里面有个名字叫什么？来，我们来个什么 do， 是不是这样子也可以？但是这个地方它会报错，它会说找不到，这是为什么？有没有同学知道这个地方会报错？这个文档里面它是一定会报错的，它还说找不到，但是呢它实际也报错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各位同学，我说过这两者可以混合使用，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就它现在会报错，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没有开启注解。什么叫开启注解？我这里其实你刚刚这位课后同学应该说对了，这位课后同学，注解还没有启动自动扫描，也不是说自动扫描，其实这两者都有。第一个呢，我们是不论虽然说它怎么样呢？它有注解这个语法，但是它没有开启注解，也就是说，
斯普伦，他当他去找到这个注解的时候，对不对？他默认他是不解析的，但这样是不是节约性能？就你要告诉斯普伦，我要让我的这个怎么支持我的注解？那么怎么来支持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这个什么叫做叫做 context，但这里没有这个 context，没有这个 context 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把它给加一个下来的 Ctrl C Ctrl V，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叫做 C O N T E X T context 后面跟上一个什么呢？context C O N T X T，其实两者都有啊。第一个它没有开启注解，第二个它没有开启扫描。那么开启扫描和开启注解到底有什么关系？各位同学有没有人知道？那我们来演示一下吧，来保存一下，Ctrl C Ctrl V 复制一下，那把这两个复制一下就可以了。那你说 context，很多人找这个找不到，他说要 Eclipse 下的各种插件，其实不需要，是不论开发不需要任何插件，C O N T X T 啊，C O N T X T，然后这地方给它改一下，改成我们 Spring 杠 C O N T X T，C O N T E X T，然后这地方也改一下 C O N T E X T，保存一下，然后我们就有了这个提示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我们来一个叫做尖括号 C O N T X T，叫做 Annotation Config，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就叫这个吧，应该叫做。应该是这叫它吧 ，annotation config 了。这样子，你这么写完之后，那么我们 Spring 就支持我们的注解了。但是你这样子还会报错，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去扫描这个，它找不到这么一个类。那么我们还要加上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监控 context 叫做什么 com 点 scan。那么我这个 com 点，我们直接扫描 com 吧，来保存一遍。现在跑一遍，那么应该就可以了。能跑一遍了。但是哎，怎么是空的？哦，对，我那个地方没有注入那个，我把那个删了，至少它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我这个 str 就是我这个什么到当中那个 str 我没有给它赋值，对不对？那我们把它给删了来，我把这个删了也可以。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这个扫描注解到，那么我们这个我们一看这个就知道是扫描，对不对？但是呢，它也可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前的斯普伦呢，这两行必须要写。到了 Spring 四之还是 Spring 三那个版本，我忘记哪个版本，反正是 Spring 三的后面几个版本，他就把这个给它合并了，就是我们这个既开启了扫描，又开启了 Spring 对注解的支持，能拼懂同学给我打个一，就这个，它其实有两个意思在里面，它既开启了扫描，又开启了我们对 Spring 注解。其实你如果去学 Spring 的 MVC 啊，网上有很多文章，他写了一个什么 driver 什么之类的，就是来开启我们那个支持吧。这个 context 杠 driver 好像叫什么东西来着？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个？我如果看到，我下次给你们看一下呢。就这个 annotation config， 他告诉你要写这样的代码，其实已经不要了。就这两行代码，他告诉你一定要写。就是有的文章里面说到，其实不用啊，因为这行代码已经代表了这行代码，他已经把它合并了，就是代表了两个注解。好了，保存一下，你看现在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注解编程，至少他没有报错，对不对？至少我们这个什么，我们这个引入是道，这个道已经被注入进来了嘛。那么这个叫做注解编程啊。好了，那么这是第二种方法。那么你喜欢注解还是喜欢插妙，你自己去决定好不好？我个人更偏向于啊什么注解，就我个人实在是不习惯写这种什么 XML， 来把它给删了。那么注解的话，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service 上面加上一个什么呢 ？at service， at 叫什么呢 ？ser service， 来保存一遍。然后这个如果说我们需要去注入这个 DAO 的话，那我们跑一遍看可不可以啊？来跑一遍。这个地方它报了个错，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是提供两个，并没有把什么描述关系给描述出来，对不对？加一个 out out view 的 a u t o a u t o out view 的，来把这跑一遍，那么这现在就可以了，好不好？哎，还有错吗？他说没有这个 service await 的，我那边是拿出来一个 service， 对不对？他这个叫什么 index service， 叫做在这个 test 当中 index service。给大家说一点小小的知识吧 ，index serv serv se， 跑一遍。好了，已经可以了。那么这种就是什么注解的方法。那么 XML 跟注解方式可以同时使用，但是有个问题，如果你用注解的话，始终脱离不开 XML， 对不对？因为你要开启扫描，没有办法开启。所以我们用到第三种方法，用到什么呢？用到我们的 Java Basic 的方法。那么 Java Basic 怎么来的？我们需要去建一个类了。我直接把这个方法给它删了，把这个直接把它给干掉了，给它给掉。我们直接在这个里面建一个类，又建没有一个类，这个叫做 Config， 就是我们配置类嘛，就相当于我们的 Spring 类，我就给它叫 Spring 吧，这样子。当然要大写，我们有大写啊 ，Shift 加 F6 把它改一下，改成我们的大写的。这个一定要明白 Refactory 了。好了，我们Do Refactory， 好了，改过来了。我们在上面给它加一个 art configuration 的这么一个注解了，
那么表示它就是一个 string 的 XML 文件了。我回到我们刚刚那个 XML 文件当中，它是不是里面做了一件事情，扫描一个包？于是我在这地方给它加一个扫描包，是不是完成了我刚刚那个 XML 的所有的事情 ？component 的 scan， 然后引号，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叫做 com 点鲁班就 OK 了。但是你这么跑，它会报错。为什么它会报错呢？因为你把这个柳树枝删了，你把这个柳树枝删了，这个地方就找不到这个柳树了，是吧？你不是这个引用的这个 resource 吗？这个 spring， 所以这样的代码也不能要。如果没有这样的代码，我们的 spring 的并工厂在哪里呢？那么这个地方传个空可不可以呢？不行，肯定不行，对不对？我们看它能不能可不可以来保存一遍。我们跑一遍啊，你传个空给它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刚刚有一个 XML， 那么我们的 XML 是通过这个来加载的。既然你现在提供了一个叫 spring 的文件，这个 spring 的 Java， 你就说替代了我刚刚那个什么 XML。那么你这个地方是不是也要替代我这个 XML 了？如果我传一个 Spring 点 Java 给他，是不是可不可以？那肯定不行，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我们下次讲到 Spring 元宝的时候，就会知道 Spring 底层对于解析 XML 和对于解析这个类，它是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对象来完成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需要解析我们的配置类，那么因为哪个对象叫什么？叫做 annotation 的 annotation configure application context， 就这个类，这个类稍微记一下，其实也不用记哦，这个名字非常好记的，叫做什么？叫做注解配置我们的什么应用程序，就通过注解来配置的。好了，然后我们的分号结尾，然后里面传我们的什么？传我们的 sprn 点 class， spring 点 class， sprng 点 class， 点 class， 好，保存一遍。那么这个时候它讲道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 Ctrl C Ctrl V 复制一遍，我们把它拿过去预先再跑一遍，这个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了。那么这个三者，我们现在只有两者混合用，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三者混合用来。我们这个，比方说我这个 DAO， 我现在就不定义到这个里面了，我就不定义在这个东西当中。那么你现在跑过肯定会报错，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个道没有在容器当中，所以我们这个 service 里面在注入这个道的时候，它会报控制异常，是不是？因为找不到嘛。我想我把我这个道怎么样呢？就通过，哎，刚刚不应该把它删了 ，sorry， 又一个什么 XML file 了。我们又有一个 spring 叫做，也叫做 spring 点 XML 了 ，XML。但是我现在我就把我这个 bin 定义到我的这个什么呢 ？XML 当中，我们来个 ID 等于什么？等于我刚刚那个叫 DAO 吧 ，DAO。然后的话，我们的 class 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的这个叫做，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 ？com 点鲁班点到点叫什么 index 到吧，下面吧。然后的话，尖括号结尾来保存一遍，我就把它定义到里面。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有这种的。为什么呢？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为什么有这种情况，我们先考虑这种情况，然后再大家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在这个 spring 的 IM 当中来直接来一个什么 art import resource impr， 直接把这个论文这个引入进来。就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我现在没有办法再去加载这个什么，加载这个 resource 了嘛。那么我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加载这个 resource， 怎么来呢？叫做 CLSSPATH 冒号，然后里面的什么呢？ SPRING 点 XML。 我们现在再来跑，你会发现这个类又可以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叫三者混合使用，注解加 Java config 加我们的什么，加我们的 XML， 三者混合使用，就如我开头所说的，这三者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他们之间可没有任何矛盾的，不是没有任何关系啊。现在的注解是趋势，我最后一种方法牛逼，我觉得最后一种方法。有没有发现十分步骤里面用这种方法用的比较多啊？对，其实十分步骤就是基于 Java config。好，到现在为止这三种方法有没有听懂？有没有问题？有很多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有这种方法，所以我前面先跟他讲一下。当你有了这个知识之后，我们再来把spring整个给他梳理一下。我们不着急，对不对？但是既然已经来上课了，我们今天来讲，先把应用讲明白，然后再来讲spring的底层，那么一步步来。那么到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同学？啊，没有问题，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好吧？我们下节课来讲它的自动装备，以及讲一下spring里面的文档当中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因为它有些东西是大家漏掉的，比如说一个方法的注入，对不对？它是很难的，有些东西是，其实有的东西的话是你们可能平常没有用到的啊。好了，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吧，放首歌听吧。放什么歌？我看一下有什么歌啊？放什么歌？说散就散，好吧？说散就散。叫什么？天到了，学猫叫啊，沙漠骆驼啊，也可以，沙漠骆驼还可以。学猫叫，这太崩溃了吧？
刚刚说了这三种这种编码风格，它其实可以混合使用的啊。注入了两种方法，然后呢，编码风格刚刚已经讲过了，那么注入的两种方法刚刚也说过了，关于这些详细的注入，你们可以去参考这个地方来。这是它的两种，一种是注入构造方法，一种是下载方法。然后呢，我看一下自动装配啊，那么是什么自动装？我刚刚讲的这个疑问呢，就上面说的这个疑问，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把这个打开来，把这里面该删的给它删掉，我们把这个 Spring 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删掉啊，然后把这个也删掉。当然了，就用这个吧。扫描的话就不让它去扫描了，保存一遍。其实扫描也无所谓的。然后我把这个 DAO 打开，DAO，把这个字符串删了吧，不要了这个字符串了，删掉，test。然后回到我们这个 service 当中来，在这个 service 里面把这个 service 二的 service 删掉，我们现在用 XML 来，各位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 service 里面的话呢，把这个 out view 的把它给删掉，然后把这个写到这里来，这样代码更清楚一点。好，把它给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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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了。构造方法删掉，好，保存一遍了。然后这个 DAO 的话呢，给它提供一个 set 方法，右键 generator set 方法，OK，没录屏啊，好，再录啊。然后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现在我打开以后，我用 XML 来配置的话，还是那句话，对不对？我们需要去先定一个 DAO，然后再定一个 bin，叫做什么呢？ID 等于 index service，IndexService 的，然后 class 等于 com 点鲁班点 DAO 点 index service，来这样的。然后啊，我们现在不是这个 service 依赖这个 DAO 吗？对不对？但是各位同学，你们注意听。我们其实已经在这个 service 里面了，描述了我们他们的依赖关系。就在我们在内定义的时候，我们已经描述了我们这个 service 依赖了这个 DAO，对不对？那么我这个地方仅仅是告诉程序，我们这个 service 和这个 DAO 都要交给你去管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么你凭什么？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对不对？我已经告诉你了嘛，对不对？已经在我这个里面告诉你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地方再来告诉你一遍？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矛盾？大家这个地方能听明白的同学给我刷个一，什么东西啊？对对对，我跟有个老师在讲课，没错没错，应该有这么个问题，对不对？开启注解扫描标，就是开启注解包和还得用，就是什么？开启注解和包扫描还得用注解，我不明白你在说的这个什么问题啊？基于注解通过 XML 开启，基于 Java Config 完全不需要，不错不错。就如果说你是基于注解的话，你可能要通过 XML 或者通过我们 Java Config 去开启。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这个类的，它其实里面已经开启对注解的支持，明白吗？就是你用这个 Class Pass Application Context 这个类啊，它是不能够去解析注解的，因为我们对于注解的解析需要一定的基础，它有一定的技术嘛。这个类当中没有解析注解的功能，你需要开启 Spring 的注解功能，那么它才具备 Spring 解析功能、注解的功能。那我们如果用这个类的话呢，这个类已经自己具备了一个什么呢？解析注解的功能，所以它就不需要去开启了，能明白吗？如果说基于 Java Config，因为你基于 Java Config，你是用这个类的，这个类它本身具备了我们什么呢？什么就是解析注解的这个功能了嘛，所以不需要你额外去开启了。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刚刚那个问题就是说，来，我们来再所谓不要，我们不要跑题，不然这个课就讲不完了。来，我们刚刚说过，我们这个 service 里面，其实我已经通过在内定的时候描述了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我现在跑到这个地方，我说我们两个人交给你去管理，你为什么还要我们一遍，对不对？我们俩关系已经很明显了啊，懂不懂我在说什么？这就好比说，对不对？有一男一女跑到民政局去，对不对啊？然后的话，两个人牵着手去，对不对？然后非常那个东西，那么那个人就不应该问你们要办离婚还是结婚，对不对？因为肯定是结婚，不结婚他们俩牵着手干嘛呢？就这个意思吧。好了，那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Spring是这么来做的呢，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做自动装配。那么自动装配这个文档在哪里？哪个地方呢？我看我这里有列出来啊，自动装配的文档啊，在这里呢。上面说过 IOC 的注入方式有两种，需要提供什么依赖关系，一个是在类中定义，二个在 Spring 配置文件当中需要去描述，对不对？那么自动装配就把 debug 取消了，就是我们只需要在类中定义，
哎，不需要在丝不论的配置文件当中再去怎么样呢？描述了定义还是要啊，定义的话就是定义先去告诉我们的，要交给丝不论去管理，就不要再去描述了。那么第二个就取消了，我们仅仅需要在内中提供依赖，既然把对象交给容器去管理就可以完成注入啊，这么就可以了。那么怎么才能自动装配呢？那么在实际开发当中啊，描述类之间的依赖关系是通常是大篇幅的。如果自动使用自动装备，则省去了很多配置，并且如果对象之间发生更新，我们可以不再去更新的，这也是带来，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缺点。你们这块我在这里说的这个东西能不能明白？就其实我们在实际开发过程当中啊，我们在于这里面的关系维护是相当复杂的，能不能明白？就比方说我这个道，也就是 service，这个 service 遇到很多很多，就这里面写起来是最麻烦的，对不对？这块应该做过 Spring 开发的同学都没有什么疑问吧？啊，能不能懂我在说什么？其实如果说仅仅只要我们写几个 bin，它就能够完成自动依赖的话，其实最好的。那么怎么来呢？我们来看文档，好吧？那么这文档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点开它看一下。那么它的一个整个体系在哪个地方？其实你可以按照这个文档来读了。第一步，它的定义，对不对？定义里面的话，它讲了什么依赖注入，然后呢各种详细的配置，就是我们记住注入字符串啊什么之类，在这个里面啊。然后的话，这一章节讲的是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个 max 的 inject，我等一下会讲啊。然后讲 bin 的作用域，bin 作用域无非一个什么 single 的以及 prototype。那么这些等我们讲到 spring MVC 的时候再来讲，因为今天我没有外部环境，等下我会跟大家说。但是我把这个顺序打乱了一下，我们顺序按照我这文档上来的啊，就是说先讲这种，然后讲到我们的自动装配。那么自动装备在哪个地方呢？我们找一下，它是在哪个地方呢？应该在我们这个什么定依赖里面有，应该是吧？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auto view 的什么 callables 什么里面，来有个 limit and 什么东西啊？叫做 this 这个单词我不知道怎么念 of auto view 的，就是说它的一个局限性。这个 limit 是应该能够明白这个单词吧？我们当中不是有国外同学吗？对于这个单词应该能够明白局限性，就是说自动连线这个单词应该叫连线，在词不论文档翻译过来叫什么合作投敌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反正我们一般叫自动装配啊。那么你可以按照词不论官方网站来念，或者用有道去翻译它。他说这个我们来翻译一下看一下，来看有道里面怎么翻译的。他说 Spring 容器可以自动连接的，他说叫自动连接。其实自动连接的话比较语义上比较难以理解，我们称之为自动装配。那么 Spring 的自动装配的话，它这里首先说了它的优点，我们来看这两个优点了。那么这两个优点的话，我有列举在这个地方啊，有没有列举？没有列举，对不对？缺点是这个地方，优点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有哪些优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它说第一个 auto view 的能够去怎么样呢？他说需要去怎么指定一些属性，能够去怎么呢？一些什么构造方法的参数。他说在这个里面能够找到这个 template or value。看不懂，看不懂，翻译一下。这个十分文档很难看懂。这种连接可以怎么样？可以显著减少指定属性或者构造函数的需要的一个什么参数的需要。这个能够明白吗？就说白了就是什么，减少了我们这里的配置嘛，它都可以减少我们的配，就是这些参数的配置嘛。第二个呢，他说能够去什么，能够更新这个配置，当这个什么我们的 object，就是当我们的对象发生更新的时候，对不对？他说就当我们去更新一个，就是更新我们这个对象的时候，对不对？他说这里有个 for 一个 example 有个例子，他说如果你需要去添加一个依赖到你的类当中，那么呢这个依赖是能够怎么样呢？就能够自动去怎么样帮你去怎么样呢？modify 的，就是我们更新嘛，这个 config 嘛。什么意思啊？来打个比方，我们有个路由自动装配，对不对？那么打个比方，我这个 service 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道，那么你仅仅需要去把这个道定义出来就可以了。我们来个 bin，比方说 id，比方说等于什么，等于 AA，然后的话来个 class 等于一个 DAO，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这个 DAO 已经定义到这个 service 里面了，对不对？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定写上，那么它会自动把这个关系绑定上，而不需要再我们去依赖。打个比方，你以前这里面依赖了我们上面这个道，对不对？比如说 property if 道，对不对？那么你可能第二个你更新一个之后的话，你又要去怎么样来去加上这样的代码了，就是 if 这个 AA 了。那么假设你这个 AA 里面又有依赖了，那你这个地方又要去写，对不对？所以说很麻烦。那么它的优点能不能明白？各位同学，刚刚两个优点，第一个减少了我们这个地方的配置，第二个当我们的对象发生改变的时候的话，它会去怎么样自动更新我们的配置，就不需要我们再去人为的去加上他们配置我们的依赖关系了。能不能明白啊？局限和缺点啊，那么我应该可以明白这两个优点，对不对？那么怎么来完成自动注入呢？自动注入它是有几种方法的，自动注入的方法有四种方法。第一种 no，就是你不使用自动装配。那么这个地方有解释，自己去翻译啊。你不使用这个自动装配的话，那么它就会怎么样呢？一定要我们显示提供吧。第二种，第一类的 by name by type，那么用的最多的应该是 by type。
那么怎么来指定他们呢？官网上并没有给出一个详细的例子，好像啊。但是如果说你开发过 Spring 的话，就会知道怎么来指定啊。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指定有两种办法呢。第一种全局去指定，怎么全局去指定呢？到这个我们的 Bins 这个标签里面，给它加一个，最后面给它加一个什么呢？叫做 DEFA 用 Default Outview 的 By Name By Type 的 Construct 的，以及我们的什么呢？啊，这个保存一下。那么如果是 By Type，有没有知道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来跑，你会发觉它也没有问题。来，我们跑一遍。你会发现它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把这个 by type 给它去掉，它就会报错。它说找不到什么一个空值真，它里面会报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什么，我们这个是空的嘛，有个对象，是不是有个对象是空的？因为我们这个 service 里面这个道是空的嘛，那么我们加上 by type，它就帮它维护好了。这块同学，这块知识，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以前有没有人知道？知道同学给我打个一，就是关于说我们的 Spring 还有自动装配这么一回事，它这么来写，这么来完成，有没有同学知道？有没有同学知道 Spring 的自动装配？其实我去看过很多啊，很多一些别人上的课啊，包括一些别人讲的一些知识啊，很多人都没有讲到这个自动装配这一块。我觉得这个是 Spring 的精髓，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 Spring 的精髓？能明白吗？感觉听过，感觉怎么用过？这位 Kiko 同学没怎么用过，对不对？怎么没怎么用过？这个是 Spring 的精髓当中的精髓啊！在你们看来，Spring 一个人才会提供 get 这些方法，你不觉得这个就是 Spring 的精髓吗？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 Spring 的精髓。实际开发当中，谁还去写这种依赖关系啊？那你不写死你啊？那么这个就是就你这么提供就可以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还不觉得这个 Spring 的精髓，对不对？好，你接着往下听，我们来看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先来看 by type，它是什么意思啊？来，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by type 是这样子的。比方说，我们这个 in 的，它在扫描这个类的时候。他扫描到这个 service 对不对？拿这 service 出来，他发觉这个 service 里面有一个依赖，他依赖的一个类型是不是 index 到啊？然后他再次循环我们整个 Spring 容器当中，看有没有一个类型，它的接口或者它的父类等于 index 到的。如果有，是不是有一个，就把这个对象直接赋给他。这块能明白吗？但是这样制作会有一个问题，你们知道什么问题吗？你们知道什么问题吗？就是 by type 能够明白吗？它就是比方说，我们按这个顺序来的。比方说，它首先 Spring 解析这个商标，它解析到这个 XML，它把它溜出来，放到我们的一个 map 当中，然后在这个对象的时候，它也把它溜出来。但是溜完之后的话，它发觉这个对象有个依赖，对不对？然后它在容器当中找这个依赖。那么怎么找呢？它就看这个依赖是什么类型，这个依赖是不是 index 到类型的。于是它就循环编辑我们刚刚那个 map，这个 map 当中。从第一个开始找，找到这个到底属不属于我们的 in 到类型？如果是，他就把它给他。那么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冲突？什么叫冲突？什么意思？你想一下，打个比方，我这个里面如果有两个道，不是加载顺序啊，跟加载顺序没有关系。如果你读个 Spring 的源码，就会知道跟这个加载顺序没有关系。就是它可以先加载这个，就 Spring 它是先把它全部给什么放到，先把它的类型放到容器当中来。然后呢，再去找，它是分了两步，知道吧？所以这个没关系啊。对，它有个什么东西啊？等下我会讲这个 AutoView 的和这个 Resource 啊，只能注入一个变量类型，对不对？你想一下，如果我们里面有两个 index 到类型，那么这个时候 Spring 容器怎么办？你们猜一下它会怎么办？我们再来给个一，来给个一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给它打印一个一，你们觉得它现在打印的是哪个？各位同学，现在它打印的是。IMP 打印的是 MPL 还是 E 啊？来，我这样子吧，我这个写个一，好吧，这个写个零。你们觉得它现在打印的是零还是一？各位同学，还是会报错，觉得会报错，打个三，好吧。来，给我点反应，启动报错，对不对？都说报错，对不对？这只是我给你们挖了一个坑，你挖个坑，你们就往下跳，它肯定不会报错啊，它不会报错，打印的是零啊。为什么打印的零啊？有没有同学知道？还说打印的一并不是一啊？它不会报出打印的零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一，我根本就没有让交给 Spring 去管理，对不对？我这里只交给了我的零给 Spring 管理，所以它肯定打印的零啊。那么如果说我把这两个都交给 Spring 管理，有人说报错，没错，这个错我们经常见啊，我们把它改成一来，这个就我们经常见的一个错误啊，就会说，你看这个 BI 它已经报错了，我们跑一遍。他说什么呢？这个错误也非常明显。他说我需要一个，但是你给了我两个，我不知道要哪个了。这个问题就这么真实。他说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
他说 low colorful bean of type color 什么什么鲁班点 index 到，他说什么？最后他说一个东西的，他说什么东西？他说匹配到什么匹？他说我们什么 exploit 叫什么 exterior 的 single mapping？他说我们需要执行什么单个的匹配，but find true 到一个叫到一个到 in，那么这个就报这个错，用 by type。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呢？我们可以使用 by lambda 来 by lambda。那么使用 by lambda 是什么意思呢？by lambda 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个 bin 当中，它有个 lambda 属性。如果说这个 lambda 属性没有指定的话，那么我们的 lambda 就等于我们的 ID。那么这个地方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 index service 呢？那么就是这个 index service 它的这个 set 方法的名字，这个地方我们叫做 set 到。那么它其实要把这个 set 去掉，并且把第一个字母给它小写，那叫做什么？叫做 DAO。所以它会去找一个叫做 DAO 的这么一个类。那么找到这个 DAO 的时候的话，那么它找到哪个呢？是不是找到我们这个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零，来跑一遍，零对不对？如果你还不相信呢，我把这个地方给改了，我把它改成什么东西啊？改成我们鲁班了，鲁班。那么如果说我想让它现在打印一的话，你们说要怎么办？各位同学，要怎么办？有没有人知道？要怎么办？知不知道要怎么办？如果说我想把它改成打印鲁班的 set 鲁班，没错。注意啊，不是去改这个地方啊，并不是去改这个什么，改这个属性名，它不是跟这个名字来的，跟这个名字没有关系，它是跟这个 set 鲁班有关系的。我们来看一下鲁班，那我先把它改成什么？把这里改成鲁班吧，鲁班了，保存一下。那么就是鲁班点到，对不对？你会发觉它还是注入的零，为什么呢？因为它跟这个鲁班没有关系，知道吧？我们不相信，我们跑一遍，它还是打印的零。它是跟我们 set 方法的名字有关系，那还是零。但是各位同学，我把它还原回来。但是如果我把 set 改成了呢，改成鲁班呢，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来试一下，鲁班保存一下，咱们跑一遍。那么这个时候打印的是一了，所以这个就是 by name 跟 by type 的区别。讲道理，各位同学应该能听懂吧？是不是打印了一？刚刚这个就是 by name 跟 by type 的区别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使用默认的 default 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把它改成 default，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default，来跑一遍。这个时候我们跑一遍，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吧。它是什么东西？空指针。default 的话是不使用吧？default 就是说 default 应该就等于什么？等于 low 啊，证明一下吧，等于 low 了。它不是还有一个值等于 low 吗？我们跑一遍了。那么这个 default 其实等于 low 就不使用什么自动装配嘛，是手动装配嘛。好，所以它有四个取值，但是它还有一个 control 的。关于 control 的，我就不做演示了，我就跟大家演，就跟大家说一遍，就是你这个地方，比如说我这个 service 对不对？我要一个道，你提供一个构造方法，这个构造方法里面的类型就是什么呢？就它会根据这个类型来嘛，就是你构造方法的类型，如果说道对不对？它就是会去找这个类型的道，其实跟我们 by type 差不多，只不过 by type 是根据我们这个提供的什么这个来的，这个属性来的，但是如果是构造方法呢？它是根据你那个构造方法里面类型来的，它是一样的，就是官网上有说，你们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的。关于说官网上说的这四个类型，我刚刚已经给我就不说了，我就不看这个官网了。好了，关于说自动装配，那么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子，有 by name by type 对不对？好了，如果说这样子，我这个地方我不这样子了，我同样就是我现在我其他的我都要通过什么呢？这种手动装配，唯独这个 service 我想通过什么自动装配？那么你可以为每一个属性单独指定一个什么呢？by name by type， 那么怎么叫什么 auto build 呢？这块能不能明白？我这里叫什么 by name， 那么它就是什么东西啊？一嘛。如果我还改成 by type 的话，那么它就是会报错，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了 byte ty， 那么它就会报错。这说明了我们可以为某个单独指定啊，那么单独指定，哎，是不是报错了？对不对 ？by type 对不对？那么单独指定的意义在哪个地方呢？就有的时候，打个比方，我这个地方可以指定一个默认的，对不对 ？default。但是呢，我也可以同时为某一个去指定的。我这个地方是 by type 嘛，讲道理一定会报错，对不对？但是我为这个指定 by name 是不是可以？那这样子，能听明白同学们？听明白同学给我打个一。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全部指定，也可以为某一个单独指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动装配啊，自动装配才是 Spring 的核心的核心啊。好了，我们接着往下来啊。讲完这个自动装配，那么我们那个 out view 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来，各位同学注意听，我把这个地方给它删了。那么这个 by name by type 我先留在这里面不删吧，我只是这个地方不引用它而已呢，我这不再引用它了，把它给删掉。那么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用注解这种 add component， 那么关于说 add component 跟我们的 add service 什么关系呢？在我们这个里面有啊，在官网上有说，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把大家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个里面了。
他一上来就说了，使用什么呢？使用这个component 在哪里？我有说 annotation config，诶，在哪里？在这个地方，我讲到底会有啊？哦，在这个里面吧。来，add component and filters，他这里说了的，就是说 Spring 提供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么一些注解，add component、add service 以及 add controller 以及 add，他说 add component is a generous 是什么？然后的话，for any Spring managed component，能不能翻译这句话什么意思？就这个 add component 可以注解到任意被 Spring 管理的容器上面。比如说，我们 Spring 当中的任意类都可以用 add component 来注释。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加 add service 以及 add controller 以及 add repository 呢？那么这些关系是什么关系啊？如果你不明白，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故事就知道了，对不对？如果用 bytecode 发生冲突，不能改变自动装配的方式，那要怎么解决？等一下跟你说好不好？我们没有讲完，等一下跟你说。我们讲完这 add component 再来说。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什么叫 add component 跟 add service、add repository、add controller 的区别呢？打个比方，我们这位小帅同学，他第一排下面建了这枚文件夹，叫做什么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电影。如果有一天他想看苍某人的电影的话，那他就非常非常难找。小帅的这个D 盘下面这个电影里面的话，可能有上万部电影，对不对？他如果想找一部苍老师的电影出来，他是不是非常非常难找？假设他分个类，D 盘下面叫什么呢？来个什么东西啊？来个，比如说来个日本的，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美国的，对不对？日本这边再分一个什么东西啊？再分一个，比如说什么哪个公司的，对不对？你们知道有哪些公司吗？各种各样的公司，对不对？那么现在他要找的话，是不是就方便多了？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么日韩啊，好了，那么这个 add component 就是这个意思啊，就 add component 是我们 add service、add report、add controller 的所有的什么样的父类。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去看了。我们看这个 add service 的，它的 service 当中的话，我们点开它，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一个 add component， 是这样子的。只不过为了更容易去区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我们的一个类的类型。那么这个在 Spring 现在目前是这样情况。但是我在看官网的时候看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各位同学，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啊。如果可以找到的话，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应该是能找到了吧。For more space， 维持这个 allocation， 不是这句话，不是这句话，哎，哪里去了？我看一下啊。Filter， 讲道理的话就是这个里面吧。找一下，我大概花个50分钟、50秒，看能不能找到。如果找不到就算了。我今天看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个官网上当中，他说在未来的 Spring 当中，他们可能会有所改变。我看在哪里啊？ Important。在这里的，各位同学注意看啊，他说这样子的，add repository、add service and add controller， 他说能够去怎么来 carry 什么呢？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可以去 carry， 就是额外的嘛 ，carry 大家知道不？担当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嘛。然后的话什么呢？在 filter 什么呢 ？release of Spring framework， 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版本当中，我们的 add repository 以及我们的 service 以及我们的 controller 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担当或者责任，目前来讲他们没有。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尽量把你的类呢命名成这样子的，不要用 add component 去替代。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 Spring 版本上，它有可能真的会有另外的语义。那么如果说你用了 Spring 5、Spring 6的时候，对不对？你这个可能项目就不兼容了。这个同学，这个能不能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各位同学，听懂同学给我打个一。就是说，现在来讲 ，add repository 以及 add component service， 它们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但是未来的过程当中，那么 Spring 可能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对不对？我们可以看翻一下这样代码了。他说在未来的 Spring 当中，可能还会携带额外的语义，当前并没有，对不对？但是未来可能有，所以我们养成良好的编码习惯。那么你在 controller 你就用 add controller 去注解，没关系，你用 add component 也可以，知道吧？明白吗？好了，什么困扰两人的问题什么意思啊？这位当安什么意思？你哪个问题啊？就这个 add component 是什么意思吗？啊，这个有什么困扰的？你看源码就看到了，这个源码里面是这么包含的了。刚刚我不是给大家看了吗？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我们接着往下来啊。刚刚是怎么说？关于 bytecode 的，对不对？那么说到这个 bytecode 的话，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来看关于注解，这个注解跟我们的参照的区别在哪个地方，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是这样子，这个 DAO， 那么我们的 DAO 的话，一般是用 add repository 的，我刚刚讲过，它跟 add component 是一样的。那么关于我们的 service， 我们就用 add service， 对不对？按照良好的编码习惯，除非你在做测试。那么你就用什么呢？用 add component， 但是尽量我们还是用 add service， 对不对？因为表示它是一个 service 嘛。这样子的话，对于未来来讲，看了更多的语义。刚官网上不是说了吗？这个地方还是叫设个鲁班，没关系，好不好？那么我们给这个 add 引导加上一个什么 add attribute， 哎，有 T O 了。
那么各位同学啊，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道当中，它 set 了一个鲁班，对不对？那么你们说，我们运行一遍，来跑一遍，我们来看一下，看它的结果啊，看它会不会报错。首先来看，哦，对，这里不会报错。诶，它没有扫描啊，我看没有鲁班，已经扫描了，对不对？来，各位同学注意看这个地方啊，我到一在这个地方，答案的一，我把这个给它去掉。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的，看这个 Out View 的，我把所有的都给关了，它现在打印的是一，对不对？一是不是是哪个？回到我们这个index 道当中了，它注入的是哪个？不是这个 index 道啊，还是我们这个 service 啊？它现在注入的是这个 set 鲁班这个道，那么鲁班 set 鲁班，并且 other 道，它打印的是什么东西？哎，这个地方它不是会报错吗？Out view 的 index 道 set 鲁班。我这个地方没有再去解析这个 SMELO 了，已经没有了啦。道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Out repository，道打印的是道零吧？讲道理打印的是道零吧？然后不是道一吧？打印的是零吧？对，零啊，没关系，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放进去的，我把它放进去了 Out repository 吧。各位看，现在讲道理是不是会报错啊？来跑一遍，不能说讲道理会报错了，它报错了。那么这个地方证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来看啊，来，它还是说找到了两个，一个 index 到，一个 index 到一，能不能明白这个其实这里面是什么意思？知不知道？其实就是说白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如果用注解使用 out out view 的，它其实默认采用的是 by type。听懂同学给我刷个一，是不是这个意思？对，这位新同学非常非常聪明啊，这位新同学，就说白了，我们的 out out view 的默认的使用是什么东西啊？By type，但是我们如果使用 add resource 来看一下 add resource，其实 add resource 啊，它是可以去指定一个东西的，指定一个 lamb 的 lamb 等于打个比方，我们等于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我这个地方的话，打个比方，我用 add resource，讲道理它不会报错，我这个地方给它改一下，这个叫做 index 到一，我看看叫什么呢？叫做 index，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子，add resource lamb 等于它，我这里先不用 lamb 了。我把它改一下，就是我猜是这样子的，index index DAO 叫做什么呢？IMPL 来保存一遍，然后 set 这个鲁班，我这个地方也就 set 它吧。JS 点 index 到 Ctrl C Ctrl V，就是这个 resource 默认是按什么按 lamb 来的，但是我并没有给它指定 lamb 的时候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会根据我们这个 set 方法来作为它的 lamb 啊。就如果我是 Spring 的话，我会这么设计。但是我不知道 Spring 有没有这么设计，它可能还是会报错，也说不定。好，打印的是零啊，那么我把它改一下，改成一了。那就如果说我这个想法通了的话，那就是跟我的一样，它的想法啊。那我也是猜的，因为我也不确定。那么如果说我猜对的话，那就说明Spring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那现在打印的一，这块有没有同学看懂了？看懂的同学给我打个一，有点难，因为我没有演示这么清楚。听懂同学给我打个一，就是。Out resource 默认采用什么 by lamb 去注入，那么它的 by lamb 来自于哪里呢？其实我以前没有去检验过的，我也刚刚只是测试的，它是根据我们这个属性名字来的，我猜它是根据 set 的名字，也有可能是根据什么呢？属性名字，我现在猜它是根据这个什么呢？属性名字来的，不相信我们可以试一下的，我给它随便改个名，改个 OOO，那么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它如果说它报错的话，那么讲道理我都猜错了。如果它打的一的话，证明我猜对了。它是根据属性名字，跟我们设的方法名字没有关系的。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来证明我猜对了，就是我们 add resource 它是根据属性名字来的，跟我们 set 方法的名字没有关系。你不相信，把它改成一来，这个地方不改这个一，他们打的就是零，来，那么证明我猜对了。所以说，这里等一下我看能不能啊，先不要打脸，它就是零。所以说你们看出一个什么道理没有？这就是大师，对不对？对，不加 set 的方法也没影响，没错，没错。其实大师的想法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接近的，懂不懂我在说什么？就比方说 Spring 公司的那些人，对不对？跟我的想法是差不多，这么设计的，对不对？那么你们知道 Out Resource 跟 Out Resource 跟 Out 什么 Out View 的区别了吗？明白吗？Out Out View 默认根据什么来的？根据我们的 By Type 来。那么如果根据 By Type，它是不是会报错？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报错？因为它默认根据 by type，如果 by type 找不到，根据 by lamb，那你把这个地方给改了，你改成个 OOO，它就会报错了。所以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复杂啊。所以说很多时候
你要是能够把这些问题都讲给面试官，你讲通了，其实是不论面试能拿多少分，其实还是很难，知道吧？特别是如果我来面试啊，那你根本就拿不了几分。你看这地方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么我讲了这么多，我有没有开录屏啊？开了，开了，开了。那么听懂同学给我打个一，明白吗？不是网络上经常有这么个问题吗？其实这个问题啊，在我们网络上并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我们的 art out to view 的，对不对？和我们 art resource 的一个区别。关于网络上，其实他说的不够详细啊。网上我们来看一下的，他说 art resource 相当于 art view，只不过 art by 字数啊，默认是按 by name 字数罢了。然后两个地方什么什么，其实你要他说的这个是对的，但是并没有完整。什么意思？我们把它完整下来，art out to view 的默认根据 by type。但是如果 by type 没有找到，它会根据 by name，那么 by 哪个 name 呢？by 我们这个属性名字 name 去。如果找到了，它就根据 by name；如果 by name 也没有找到呢，它就会报什么呢？两个错误，对不对？就会报一个什么错误，就说那个叫什么呢？就是说，反正默认是根据 by name by type 嘛。如果 by type 没有，再根据 by name。我们的二套流程是相反，它首先根据它默认根据什么呢？什么 by name 去找嘛？能懂吗？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关于 other resource 跟这个问题啊，但是 other resource 它还可以指定一些问题的，它可以指定这个东西的，就它可以指定 type 可以的 other resource，它里面我们看它里面源码当中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什么 type 的这么一个，有 type 这么一个值的，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个 type 告诉他我是按哪个属性来注入，假如你有两个对不对？这块能不能明白？我就不演示了，我给大家写这个代码就可以了，不再去演示，因为这个东西浪费太多时间了。我们来看里面它有个什么？它说有个 type 的一个属性，type 了，就等于嘛，你等于一个 class 嘛，等于比如说我们等于哪个了？叫做 index 到一，对不对？点 class 这样子啊，然后的话，那么这个就准就是我们 index 一了。我们跑一遍，那么它注入永远的就是 index 一，按照 resource，那是不是？你也可以改成零嘛，它也可以按名字来，对不对？你可以指定一个 lamp 来这样子。等于什么什么？那么这个 lamp 的话，它就是根据哪个来的？根据我们这个 lamp。那么这个 lamp 呢？我们这个是不论变的 lamp 的生成，它有一个类，它默认是把这个首字母给它去掉，成小写，然后后面的根据同父命名来的。但是你也有个你自己的一个生成规则。那么这个在哪里呢？我忘记这个文档在哪里了。今天我看到过前几天啊，但是我现在忘记了哪个地方了。根据这个 by lamp by type 的时候，应该会有讲到它。其实啊，我找一下吧，一分钟找不到就算了，能够找到的话最好。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可以作为你们一个的亮点，面试当中你可以讲给面试官听。如果没找到，我下节课再给大家找到了啊，因为我今天找到过了，但是后面我又把它给看忘记了。注入当中的话，我们找一下这个自动注入在哪个地方啊？找一下，如果没找到就算了啊。在哪个呢？Out to view 的在当中，然后的话呢，它有一个根据说命名的，我看一下是哪个。他说要你去继承一个类，可以重写这个命名规则。annotation base next action，我看的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啊？Next possible provide a same default condition attribute for example，这是谁？没有，找不到了，不知道了。下次我找到了，我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你可以去通过，来我们百度一下吧，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呢？重写 spring 什么？bin lab 对不对？生成策略的，在这个地方有啊。它是要继承一个类，叫这个类了，是 spring 默认生成。其实，在 spring 官网它也有，我们来搜一下来。那么这个地方它说的非常清楚啊，看准 C， 看准加 L，找不到吗？annotation bin lab 那就不是这个啊，你直接搜这个就可以。来在这里了，叫什么？lamp 什么 out to create 容器，对不对？就是我们的 lamp 生成一个容器，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有解释，就是我们 spring 生成这个容器的一个基本的规则。那比方说 service 等于 my 这个东西，你可以指定，对不对？你也可以去重写这个类啊，重写这个什么 bin lamp generator，然后你重写你自己的规则。看一下在哪里吧，它有说到吧？在这个地方呢，他说如果你不想去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单词？什么意思啊？他说你不想，如果你不信，我们直接把它翻译一下吧。他说，如果你不想依赖默认的命名规则，对不对？可以提供定制的命名规则。首先实现这个接口来了，并确保
什么默认的什么无参构造函数，然后呢，在扫描程序的时候提供完整类型的名，在下面的并定义中示例来，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可以重写这个类，对不对？那么是 bring 默认的类的话，它在文档当中有解释，就是根据这种什么驼峰命名的，在这个地方有了。他说我们来把这个翻译一下，这段代码就告诉我们这个了，比如说 my movies and movies 了，它是有两个，第一个你指定的名字是不是就这个名字？第二个这个是不是没有指定？没有指定就是什么 movie find 这个东西，这个能看懂吗？就十分钟说有两种规则，一种是你自己定义名字这么来，那么就告诉你结果就这样子了。他说这个 name 什么呢？那么就会成为这个和这个，那么这个是怎样来的？就通过这个来。但是这个规则呢是十分内部定制的，你把这个类记一下，如果有空的话，你可以面试过吹牛逼。比如讲课的时候，你说我自己曾经写过这个类啊，把它我们的十分命名规则给改了，这样对不对？那么证明你对十分还是比较精通的，对不对？能懂吗？那么这个东西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作业，对不对？下次大家可以就这样子，就是自己写一个这个规则，好吧？把这个作业交上，就是我们今天作业。那么你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写一下自己的规则啊，根据这个方法来，百度上有，对不对？你们可以参考百度，但是写一下比较有好处，对不对？说不定你以后一天面试就用上了。好了，不说这个问题了，我们刚刚回到 resource 跟咱们那个的区别已经讲完了。回到我们这个 Spring iOS 还有什么文档呢？懒加载其实比较简单，这个 Spring 官网上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就是说我们 Spring 在你在 get 的时候它才会怎么调用啊，在平常的时候它就不会去怎么样，我们一开始启动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不会去怎么样呢？来这个地方有，它是 by default application context implement 什么，它是创建这个什么，我们就是说在开始创建所有的什么单例并，对不对？然后的话我们如果说就是当我们去什么，当我们去请求的时候它会去创建嘛，它是 when 这个 behind of you can create the preinstance of a single bin by making bin defined in 什么 lazy entity， 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定义我们这个东西嘛，就当我们这个 bin 去 get 的时候它创建出来，这个东西其实不重要了，你们知道就可以了，就 spring 有懒加载，但这个东西一般用的比较少，懒加载，然后的话 spring 的作用域，其实 spring 作用域的话呢，也比较简单，一个叫 single， 一个叫 prototype， 但是 spring 的作用域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就是你们的知识盲点，我大家来说一下吧。就是你们的知识盲点。那关于说 Spring 的 Single 和 Prototype 要不要解释？一个是单例的啊，什么意思啊 ？By name 和 By type 是区别啥来着？那只会听了 By name 跟 Set 方法名字 ，By name 没有 By type 没有听明白。By type 不需要 Set 方法 ，By name 才需要 Set 方法。Resource 里面没有 Set 的原因是因为需要根据 name 注入 ，Outlier 不需要，因为 By type 说法有这个说法有问题吗？啊什么 ？Resource 里面需要 Set 方法。因为要根据 name 注入，而 out view 的不需要，因为 by type 这个说法有问题吗？其实问题不是很大，有这个原因。当我们讲到 spring 源码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 spring 怎么把这个属性注入进来，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好吧？两种方法都不需要 set 的方法，对，两种方法都不需要。为什么呢？我讲过这个要看 spring 底层源码，知道吧？他会告我们会讲到那一天，就是我们会讲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看 spring 源码当中它怎么完成这个 bin 的 set 的，对不对？它通过调用 set 的方法呢，还是怎样子的？我们到时候会来讲。add color file 也是并量，不对， add color file 我忘记讲了，等下再说一下。 by type 是根据 class 类型，没错啊，根据我们的 class 的一个接口类型跟它的父类类型，依赖循环的时候循环加载不会启动会报错，什么循环依赖的时候需要懒加载不然会报错，有可能吧，有可能，对不对？我没有做过这个懒加载的，我做这边开发很少见到懒加载这个东西。 by name 是根据属性名， by name 不是根据属性名，是根据 set 方法的名字。但是 by name 当中的话呢，又分什么情况？分 resource 跟我们 XML 当中那个 by name， 对不对？这个很难扯，你要自己理解。其实 by name 它也可以根据属性名，也可以根据 set 方法名，分情况不同。我们如果在 XML 当中定义一个 by name， 那么它是根据我们 set 方法的名字。但是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方法当中使用 add resource， 它就根据我们的属性名，对吧？别人有什么冤的，这有什么冤的？我这个录屏讲了，你自己听一遍，自己测试一遍就知道了。只不过我现在讲了之后，你可能感觉这个节奏有点快，可能还没有怎么没有反应过来，没关系，好不好？你自己去把这个录屏听一遍就知道了。好，我们回到这个 bin 的作用域啊， bin 的作用域里面有你们的一个知识盲区啊，这个盲区讲道理是非常非常有必要讲的啊。大家不要回头，首先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single？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 prototype？ 知道不知道？同学给我刷个二，什么是 single？ 什么是 prototype？Single 就是单例的 ，prototype 就是原型的 ，single 就是你每次从某一种拿出来都是同一个对象，那我们的 prototype 呢？你每次啊都是不同的对象，和同一个类的不同对象，相当于每次溜一遍。这个国跟宝，这个也不知道吗？没关系吧，没关系，来我们来试一遍好吧。来，我把这个 single repository 把它定义成什么 scope 了 ，scop， 把它定义成什么呢 ？single 的。
有没有 scope 并啊？Special lamp scope 使用这个 allocate component default and string 为之 implement 是这个里面，他们有没有指定这个 single 的？写一下吧，看有谁开始会复制一下，哪里啊？在这个地方，咦？先把它给删了，来保存一下，我们看一下吧。来，在这个 index service 当中呢，就打这个 service 来吧。我给它写一个 art scope，然后的话括号引号 singleton 啊，保存一下。我们看这个 service 啊，我们每次把它，其实它默认就是 singleton，知道吧？默认就是 singleton。我们把这个 service 拿出来了，你打一下这个 service 的 hashcode 好不好？这里面拿了一遍，对不对？再复制一遍吧，Ctrl C Ctrl V 的，叫做 service 一，来把它 S O U T，我们打一下 service 点 hashcode，然后再打印这个什么 service 一点 hashcode，他们俩是同一个对象啊，这个也不知道吗？来跑一遍，它默认就是 singleton 的，其实啊，我这个地方报错，应该是这个 dot 的原因啊，这个 index dot 的原因，service 当中，我把这个 index dot 全部给它去掉算了啊。不需要依赖这个 dot 了，先删了它，来保存一遍，我们再跑一遍，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把它改成 prototype 了，我们来看一下吧。prototype，看有谁，看我也复制一下，运行一遍，是不一样啊。能明白同学给我刷个一。在 bin 上面加指令好的好像是默认是 prototype 的，默认是 single 的，默认不是 prototype 的。你把它删了嘛，你什么都不加，它就是一模一样的。默认是 single 的，spring 的。关于其他几个作用域啊，我就先不讲啊，等到我们等到 Spring VC 再来讲。什么是 request 作用域，什么 session，因为今天讲了没用，知道吧？因为今天我们没有 web 环境。好了，来这个东西能有问没有问题吧？讲道理，什么是 single 的，什么是 prototype 的啊？好了，我们接下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呢，各位同学啊，作用域 prototype 好像只听用过一次，什么时候用 prototype 开始？你开始什么？你开发的什么时候用过吗？老师，很少用，prototype 很少用啊，除非说你涉及到一些什么有现成安全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prototype，但是一般用的比较少啊。prototype 有什么应用场景吗？为什么要用这个？有什么应用场景？不知道，我也用的少，知道吧？那。也用得少，有时候要用啊，就你做一些特殊的项目的时候可能会用，但这个应用场景的话呢，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也没用过啊。好了，不说这个原因了。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面试高级的时候，就是我以前面试经常碰到这么一个问题的。这里面我其实漏了一个知识点没有跟大家讲，其实如果这个文档上该讲我都会讲，关于这个叫 method injection，这个是这里面的知识盲区。这个 method injection 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自行去这个文档，但是你绝对看不懂。来。还有关于这个 scope 的时候，他一直也说到了一个原因的。他这边你看，我们看这个 bin scope 的文档啊。首先 single 很容易理解的，所有的都只是一个对象。关于是 prototype， 每个都是一个新的，那这图画的非常非常明确了。那么 single 的 bin 维持 prototype 杠 bin depend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来，那么我把这个列到我这个文档当中来了。那么学习 spring 的时候啊，你们可能以前学的。就是说，为什么大家我们以前讲公开课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来报名我们这个 VIP 呢？对不对？我们是真的想让大家学到知识。可能你以前学的是不论知识啊，你这个问题你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啊，可能根本就别人也不会跟你讲。你们讲是不论无非讲几个什么 get set 的方法，甚至连自动装备都不会去讲。我并没有去吐槽什么东西，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来，这个知识点非常重要。哪个知识点？我们来看一下我刚刚说这个来，是这样子，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打开这个 bin scope 当中，它有这么一行代码，叫什么呢？叫做 single 的 bins with prototype bin of depends 啊，没有 of 就 depends。那么这个为什么提出在这个地方来呢？你看我这地方我也说了，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在 single 的当中引用了一个 prototype 的 bin 的时候引发的问题。那么这个参考文档我已经放到这个地方了，看这个 URL 是吧？是 method 杠 injection 啊。那么我这个地方是不是 method 杠 injection？ 其实是啊，它因为它官网上那参要我们去参考那个地方，我们看这个官网了，他说。要我们去参考这个呢，点击这个地方就参考这个文档，所以我这个先没讲，就关于我这个什么注入啊，详细我也讲了，使用这个 depends 上其实呢不重要，这个不重要，懒驾的也讲了，自动注入也讲了，关于这个我为什么没讲啊？就是我等着放到现在来讲，他为什么让我们参考这个东西呢？
我们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来，是这样子的，假设我现在我这个 service 当中，我把这个一给删了，现在啊，把它删除掉，OK，啊，那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你们的一个知识盲区啊，这个是 repository，这里有个 DAO 对不对？我让我这个 DAO 来这样子给它一个 scope 等于什么呢？prototype，PRO，哎，它不提示吗？那我这个单词我不会打嘞。在 bin scope 当中，所以这个 spring 文档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大家要常去读一下啊。像我会经常去关注一下这个 spring 的文档啊。其实有的知识点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啊。那么我今天讲的这课，几乎把 spring 知识文档基本上重要的都给列出来了啊。你如果觉得有哪些地方看不明白的，你可以问我，我可以试着给你讲。其实我今天讲这个知识点，基本上把 spring 这个 IOC 文档重要的都给你列出来了，你也不用去纠结了。叫做它来，各位来看这个问题啊，它是 prototype 的。而我们这个 service 默认是 singleton 的，对不对？我现在是这样子的，各位同学注意看，这个 test 当中，我把这个 service 拿出来之后，然后啊，这个 service 方法当中呢，我来做一个事情呢，SOUT 打印一下这个东西什么呢？打印一下 JS 点 hashcode 的，然后我在我这个里面再去引用一个什么东西啊？引用哪个呢？Out view 的，对不对？引用哪个 index DAO 啊？然后我引用这个 DAO 了。分号结尾，然后呢，我在这地方打印这个 DAO 的 hashcode 来，DAO 点 hashcode，然后我这地方给它加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引号引号 SUNSE，加上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呢是什么呢？DAO 加上我这个 DAO 的，来咱们跑一遍好不好？那么这个地方我再用个 for 循环多打印几遍好吧？service，因为我每次都要去怎么样来 get 这个 bin 嘛。多打印几遍吧，3遍吧，这样子，2、3，改成什么？这个是一，这个是二，这个是一，这个是二，能不能看懂我这个程序？首先看一下能不能看懂我这个程序。作为 prototype 好像讲过一次，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来听我讲这个地方啊，来是这样子的，由于我这个 service 单立的，对不对？那么调用我这个 service 的 service，我打印这个 hashcode，我本身自己的 hashcode 是不是三次都一样？而我这个 DAO 是不是圆形的？那么我打印三次 DAO 的话，那么在我的控制台打印出来这三次 DAO 应该是不同的 hashcode 吧？是不是这样子？就是我这个结果能不能听明白？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没什么疑问？就是是不是讲道理？就是说我们先不考虑什么坑，各种不要考虑，讲道理对不对？它应该是这么一个值对不对？但是你会发觉它不一样。来，我们来跑一遍啊。你会发觉我们这个 service 是什么东西啊？51 51 51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这个 DAO 呢，10 10 10，它也是10，证明呢什么问题？那证明就是我这里说的这个问题啊，就在我们一个单例当中，但是我引用了一个什么 prototype 的 bin 的时候，那么这个 prototype 它是不是失去了意义？听明白同学给我打个一，听明白同学给我打个一。关于这个 prototype，有人说应用什么场景啊？其实这个地方你做开发时会用到。就打个比方，你的类每次拿的时候，你可能要实例化，就每次要初始化一些东西，那么你就可能会用到啊，因为我已经多年不做开发了，我这几年一直在做架构，很少写到这种代码的这种代码级别，就是我以前做的没有做过，但是我觉得我同事以前应该遇到过，但是我很少去写这种代码了，知道吧？我一般现在是负责做一些架构，比如说做分布式这种架构啊，做这种性能调优这块的问题了，就是很少去涉及写这种代码。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写过代码了，大家也看得出来，其实我写代码有点生疏啊，是因为写的比较少了。好，不说这个原因了。那么它失效了，那么这边怎么解决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单例模式当中用这什么用 singleton 引发的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么怎么要来解决，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导致的？其实 Spring 官网上有说，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好吧？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把这个翻译一下来。其实他说的非常非常清楚啊，它的原因是为什么导致的？那么就用了这个什么叫做 method 什么 injection。就是方法的一个注入，这个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翻译啊，只能按照官网上来翻译叫方法注入。但是我觉得这个翻译的不够怎么样呢？不够精准啊，其实不应该叫 method injection 啊。说在大多数应用场景中，容器中大多数 bin 都是单例对象，当单例需要引入另外一个 bin 来协作时啊，或者非单例 bin 与另外一个 bin 单例 bin 来协作时，通常我们将一个 bin 定义为另一个 bin 的属性作为依赖关系来处理。当 bin 的生命周期不同时，就会出现问题。假设单例 bin A 需要使用原型 B，那么可能在 A 的每个方法上调用，容器呢只创建了 bin A 一次啊，因此只有一次机会来设置属性。来，清楚这句话，容器只设计了
哎，一次，其实这个场景也会用到的。刚刚你们说这个应用的场景嘛，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场景了。这样子也不能说我想到了，你先不要看这句话，等一下再看这句话。你想一下来，各位同学啊，打个比方，我这个应得的到，我现在把它设成圆形的，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对不对？当我在我另外一个思维，代表我这个方法里的思维实际当中，再来一个什么 DAO，其实我要的是这个 DAO，它是一个重新又的 DAO，因为它又跟我这个 DAO 不一样，对不对？你比方说，我这个 DAO，我在这里做了很多事情，对不对？到点什么 AA 啊，比如说 set 一个什么什么值啊。如果说你用这个 DAO 的话，是不是跟它去共用了？所以说，我们用原型的时候的话，就是我要在另外一个方法调用的时候，要对这个道进行一个初始化，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做不到了。这块是不是这个意思？能明白吗？其实 Spring 光我刚刚也是，就是说我们有多个方法的调用，对不对？刚刚那个翻译里面不是有了，就在多个方法里面会调用这个 B 的时候，那么它可能调用这个道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个道没有办法再去做初始化，因为呢，这是为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看成这个原因啊，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service 它只实例化了一次，它只实例化了一次啊，它就只有一次机会为这个道来设置。所以，当我们这个 service 没有重新丢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再给它设置一个重新道了，所以它拿到永远是同一个道，那就这句代码了。容器只创建并什么？我们这个 service 一次，因此只有一次机会来设置这个 DAO，所以它没有第二次机会来设置这个 DAO，因为我们是不论这个初始化的一个流程顺序是通过先把这个 index service 的构筑方法丢出来，然后执行它的初始化方法，然后执行啊不是初始化，先丢出这个对象，然后给它设置一次什么依赖。最后呢，执行它的初始化方法，它是这么一个流程。但是由于你只丢了一次，也执行了一次什么依赖的查找、依赖的设置，所以永远只丢一次。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决，对不对？怎么样来解决呢？其实 Spring 提供了两种办法，官网上提供了一种办法，但是两种办法。第一种呢，用你这个类去实现一个叫 Application Award 这么一个接口，我们来实现一下它，好吧？来，Ctrl C 复制一下，我们直接把这个方法用我们这个 Service 来实现这个。implement 是这个方法，然后呢，实现它里面的这个类，这个叫什么？提供一个 set application 方法，这个 set application 方法应该怎么来提供呢？就是怎么 this 的 application 等于又一个这个东西吗？就 this 的 application 等于 application void set application 方法 this 的 application，然后我们提供一个 application。是这样子的。this 的 application，然后我们这里提供一个类啊，其实这个代码我不想写，它比较简单，好吧，浪费时间，来保存一下。好了，然后你要得到这个道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来得到的，通过这个点什么啊 get 什么呢 get 这个 bin 吧，这样子。那么你每次拿出来就是不同的什么 DAO，引号，我叫什么东西来着？它就不是 other view 了。叫什么东西来的？我给这个 DAO 给它一个名字吧，叫 DAO 吧。这块应该能看懂吧？没有问题吧？每次是不是拿同一个？不是每次都是从容器当中去拿，现在对不对？来，我就把这个道嘛，它是不是拿出来也是个道？把它改成我们的什么呢？hashcode。DAO 刚，来保存一遍，刚，我们再跑一遍好不好？那么你就会发觉这个肯定能解决，对不对？但这样解决方案是不是跟我们的 Spring 太耦合了？你看我们这个道的话，看它是不是没93什么8040这种方法，能不能明白？这种方法是不是跟我们 Spring 的耦合度太高了？就是我们这个类他们依赖了 Spring 的一个 API，对不对？这样太变态了，对不对？还有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学到一种方法，怎么在类当中拿到我们这个 application 这个对象的？怎么拿到实现这个接口？然后呢，重写它的一个方法，然后拿到这个 application context。这个 application context 里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类了，叫做什么 application config，就拿到这个对象嘛。这个方法应该没有问题吧？重新六，设置参数，什么意思啊？是设置参数，数据库上有两个查询，是不是修改一个就问题？我不明白这个同学说了什么东西啊？数据库有两个用户查询，同一个修改，是不是就这个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啊，应该，不是说重新拿了一遍容器啊，不是重新拿了个容器啊，容器是原来的容器，只不过从容器里面再去拿，容器永远是同一个容器。只不过这容器拿的时候的话呢，它会去根据你这个类型到底是什么多例还是什么原型还是单例的。如果是原型的话，它会重新帮你溜一遍。好了，这种问题啊，但这种问题我们说了，侵入性太强，因为你要求你的这个代码严重依赖我们 Spring 的 API，对不对？那么官网上提供了电子版，是吧？You can read more about 关于什么东西 from 这个东西啊，他说这个不是这个地方，还有电子版 lookup method inject。
那么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解决。那么这种方法怎么来解决呢？很简单，很简单的。它是在哪个？我们看一下怎么来的，看它最终解决方案。它是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加了一个 log up protostar 在哪里？不是这个吗？在这里的，就在我们这个你这个什么呢？被就依赖的对象当中，比如我们的 service 当中，你的 service 现在依赖了个 DAO，对不对？你在 service 里面写一个 log up method lambda 等于它，然后的话加上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换成注解的话是怎样写？看这里有没有加上一个 at log up 就可以了，叫做什么东西啊？abstract command create add。其实我们abstract command，它要创建这个是 command 嘛？其实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把它还原，它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其实没有这么复杂，在哪里呢？在我的 service 当中，还原一下，把它还原到最初那个。这种方法应该都懂。那么我看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不需要实现这个东西。来，我们仅仅需要，只需要在这个属性上面啊。加上一个什么呀？诶，应该是在这个 service 上面吧？加上一个 add log up，诶，log up，然后里面要不要什么属性啊？看一下，my current，写上一个 do 吧，给他一个。来保存一遍，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啊？应该是写的属性还是写的哪里？忘记了。非法类型的开始在哪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删掉，跑一遍。诶，它不打印的吗？怎么不打印呢？service 点 index service。哎，他怎么直接不打印呢？我先把它删了，看一下，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就差不多了。其实还有个病的生命周期，加上它啊，lookup 不能写到这个上面吗？它一定要写，要反叫什么？一定要这么来写吗？protect，不都是 tract？log up 一定要这么来写吗？一定要加上一个这个上面去吗？不是吧？我搜一下这个 log up，看一下百度上怎么说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官网上说的这个东西有问题啊，因为我以前不是这么用的。那我把它注入看一下，把这个解决一下好吧。它是在什么的 component auto build 的，打个比方这个里面，然后的话呢，它是在哪里加这个 log up 的？看出来，class log up。get class b 的时候 return 空，在提供这个 get 方法的时候，哦，是这样子吗？那我跟我加的这个属性上是一样的，它这里不允许我加到属性上，它只允许加到一个什么方法上面。我们来右键给它生成一个 generator，然后的话 set 方法 OK，然后在这个 set 方法上面呢，再加上一个 add lookup do，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set 的时候的话呢，是 set 吧？哦，get 的时候啊。get 啊，重写一下吧，右键 generator，get 方法 OK，然后的话呢，这个是 index do lookup do，然后的话 return 空，他说的是，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给它加上 log up do，保存一下，跑一遍，不需要这个。跑一遍看一下，1919怎么还是一样的啊？43194399 i919还是一样的啊？auto build DAO 看一下为什么？看一下这上面怎么出来的？lookup class b，哦，这个是 get class b，它这样子来调用，那这个东西也麻烦啊。get DAO 啊。保存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不需要了，这个 out build，因为它已经不再去通过它来注入了。其实这个东西已经不需要了，我们可以把它删了的，我们跑一遍了。这样子只不过它是不再严重依赖于这个 API 而已了。我们看一下是什么187674了，就不一样了。这个叫做 nested inject，官网上这个东西我看一下，我怎么看不懂感觉啊？
没看懂，你们有没有看懂？你们自己去看一下，我们有这个时间去看了。他是 lookup method，他说要这样子提供一个抽象方法，我实在是看不懂啊。lookup 当中呢，lookup my client 这个能够理解，就是他可能给这个类取了个名字而已，对不对？这个无所谓，你可以随便加什么。但是他这里为什么是个抽象的方法呢？莫非这个方法直接可以不用实现吗？我看一下是不是啊？到底是官网，可能它的更加牛逼一点，对不对？那它是这样子叫什么东西？public abstract，我也给它加个 abstract，只不过返回这个类型的还是叫我这个名字。其中可以不要有方法实现体，它就叫 get 到，啊，把它 push 一下，把它去掉了，然后加上一个 log up，然后给它加上一个什么呢？抽象方法 abstract 类，我觉得是这样子啊，abstract 的，耶，abstract 的啊。来保存一遍，那我们调用这个讲道理是一样的啊，讲道理是一样的，那一样的76180，其实那就官网的说明还是对的啊，只是我刚刚猜的，就是说这个方法你可以试错的方法，因为它不需要嘛，这个 lookup 是一个注解，对不对？这个注解可能是不能去解析这个注解，为你每次去调用的那个什么 get 一次病啊。那么这个名字无所谓，这个名字是通过你这个 get 到拿出来这个到的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取个名字，比如来 PPPP，只要不要跟我们逻辑当中重合。我刚刚学这个到，我估计是。诶，不行吗？比如说叫什么东西，DAO 或者叫什么？我这个东西叫什么？INDXTO，啊，要加 value 吗？一定要加 value 吗？不是啊，lam 啊还是什么东西？它只有一个 value 啊，这个 value 什么东西？这 allocation attribute may 什么？通过一个 target 的 bin lam 去 lookup，通过一个if 没有指定的话。它的这个 target 的 bin 呢 will be 什么转换成一个什么呢？allocated method return 一个，哦。他说这个东西通过一个什么指定的名字去找，如果没有指定的话，他说这个目标病的话将会是一个转换成为一个什么东西，一个注解的一个方法的什么返回的类型的一个声明。不明白这个值是什么意思？lookup 的值啊，有没有同学明白了这个 lookup 的值？DAO，引号引号 DAO，保存一遍，我跑一下看一下可不可以啊？可以是一样的，如果我来个，我随便来一个不叫 DAO 的那个 AAAA，保存一遍，看一下它会不会报错。啊，这个地方，那就是这样子啊，那就说，他说你这个东西啊，就是去找 get 这个到，也会防止什么情况呢？防止说你这个应该到有两个，对不对？比方说我这里还有个一，对不对？那么你现在返回的到是到一还是到零，对不对？那么我可以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个名字去指定，所以 Spring 做的还是比较全面的，这块东西能不能明白？其实我刚刚猜对了，只不过这个刚刚那个他那个注释啊，写的那个文档，就是 Spring 那个文档，可能是我英文不够好吧，翻译的没有那么准确，误导了。这个地方就是说，能不能明白我这个地方说什么？Service 丢不出来吧？Service 丢不出来，Service 你为什么你交给 Spring 管理，为什么要去丢啊？为什么要去丢啊？不是，他为什么加这个名字呢？因为防止说你这个道有两个，对不对？那么他就不知道去拿哪个了。这个我说了，刚刚就是说去找一个什么，从逻辑当中找这个 DAO 吧。找到这个叫 DAO 的名字，拿到这个 DAO 去作为这里的这个 DAO，所以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 Spring 当中还有一块很大的一块，我今天没有办法去讲完了，就 Spring 的生命周期和回调，就这一块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吧？我们留到下节课讲 Spring 元宝的时候再来讲吧。啊，好，今天的课到这个地方，我们布置一个作业啊，就是我刚刚说这个作业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去重写一个，我把这个东西，这个作业还记得吧？我把这个内容提醒给大家，给大家发一下吧。来这个，搜一下，在这一章节了，这个什么 name 了，就是重写这个实现一个什么，我们自己的一个病的生成的一个规则嘛，然后把这个发给大家，我来发到群里面，你们可以去自己百度这个东西来实现一下。Prototype 平时都不用，那么这种 single 的 Prototype 混合怎么用呢？只是我平常都不用啊，因为我很少写代码了，你们肯定会用得到的。其实这种问题，像 Spring 这种问题问的就没有意义，对不对？你不用跟你学不学是两种关系，两种不成立的，有点乱。Lookup 哪里乱在哪里？乱在哪里啊？Lookup 就加一个 Lookup，加比方说你不需要嘛了，你就是说我们产生一个道，以前是通过 Spring 注入进来的嘛，现在这个道是通过 Lookup 把它找出来嘛，这个交给 Spring 自己去找嘛。以前我们是这里提供一个属性，对不对？就 index DAO。有乱吗？这个地方我感觉巨简单啊，今天内容，我还害怕简单了，所以我还加了这么多知识。本来我这些东西我不想讲的，
就以前我们通过 add out new 的，通过容器注入一个道给我们，那么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什么？我们以前是依赖注入，你可以理解为现在是依赖查找吧？现在是分容器自己去查找这个 DAO，找到之后的话，它给你，那么它找的时候的话，它会根据你这个 DAO 的原则，对不对？如果你是什么？你是原型的，它就每次找的时候帮你溜一个嘛。如果你是单链，它就不溜嘛。刚刚跟我们那个什么 application，它就底层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实现 in application context 时候的话，那个什么 aware 那个接口的话，它会严重依赖 Spring 的 API。你看你这么写的话，你这个链就不会去影响我们怎么样了？Spring 的 A 没有怎么依赖我们的 Spring 的 API 嘛？因为你这个里面的话，除了这个注解的话，就没有 Spring 的 API 啊。这就好比说我们的 controller 跟我们 Servlet 的区别，我们 Servlet 是不是严重依赖于 HTTP Servlet 这两个接口啊？我们继承我们的那个东西，其实底层都是利用一个标志来处理的，注解就是标志。也不能说，就说白了，就是这个 lookup 的 Spring 自己会去解析，它解析的时候，它肯定也是跟我们刚刚那种方法一样。通过我们的 bin 工厂去拿一个 bin get 一个 bin，只不过这行代码它帮你显示隐藏了。我们下节课会去讲自定义注解，你就会知道这个注解能干什么事情了。关于这个 Spring 说的这个问题啊，prototype 平时都怎么用？那么那种和 prototype 混合怎么用呢？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没有意义，对不对？因为就算你不用，你理解这个知识对你也有帮助啊。我就问一下你，你们去面试过程问了几个问题会用到？你们去面试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面试考你一个红黑数、二叉树，我问你们做多轮的开发，你们写过红黑数吗？对不对？前几天不是有个新闻吗？就说有个新闻，有个北清华大学的学生，他出去面试喊 18K，然后当时那个主管叫他去写一个红黑数，手写出他写不出来，然后当时那个主管就在网上发篇博客，他说现在清华的人弄不好调子好高啊，我让他写个红黑数他写不出来，然后下面有个评论是这么评论，他说这个主管不对。他说：“别说这个清华生，他说我工作10年，月薪2-3万，就是我现在月薪有3万块钱，我也写不出来红黑数。确实，知道吧？就是说我们这个用不用和你学这个知识其实关系不大，知道吧？我们要知道这个东西，知道我们这个 prototype 跟我们 single 的这种方案的解决。万一哪一天你遇到这种情况呢？万一哪个面试的面试官他就问你呢？你们现在面试的这种东西还没有到一种高级，如果面试到高级，别人就会问你啊。”我在一个单例中引用了一个原型的，我问你怎么解决？如果你因为这个问题还丢了一个很好的，丢了一份很高的工资，不可惜了吗？阿里那个写二分查找，不是变什么？会问你平时怎么用？会问你平时怎么用？那你像这种问题啊，比方像打个比方，这种单例跟这种原型的，你可以直接告诉他你没用过啊，这种没问题，这种本身用的比较少啊。但如果他问你啊。他说这个单链中怎么来解决这些？你可以用这个 lookup。他问你项目中用到过没？你直接跟他讲没有用过，没有用到。我们项目中基本都是单例的，这个东西有一说一，好不好？又不是面试算法工程师、游戏开发。那个评论是这么说的，就那个北京大学、那个清华大学出来的学生嘛，然后叫他写个红黑数嘛，然后下面的评论是这样评论的。好了，今天其实还有一个 Spring 的生命周期啊，讲不完了，我们放到下节课再讲吧。有什么问题吗？今天的？其实我主要是把这个文档里面该的知识都罗列出来了啊，那么今天的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了啊，好了，idea 背景是刘亦菲，对，没错，是刘亦菲啊，那个作业记得啊，我把那个名词已经发到我们这个群里面，自己去百度一下吧，你们可以自己重写一下 Spring 那个 bin 的生成规则，好了，下课了啊。